好，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已经很晚了，是想要给他做一个 ending 啊。因为上一次发现根本神仙战胡公没有这个内容啊，你看又是像上一次那个耿耿于怀哦，真是耿耿于怀。这个没有这个内容，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样？所以今天要把它搞清楚这一句话到底能说地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像我们那个教育部国语词典，刚好顺便讲一下啊。上一次给他去信说三清草木那个吊古战场文，你看他就改了，以我们提供的改了。好，那这个。是长房，不是非常房。缩地，我看是看看缩地，缩地有速地，对不起，上一次找过速。你看，哦，有的写了，根本就没有，至少四库本没有，除非四库本，它是第九卷没错，除非它四库本掉，对不对？唉，为什么大家都在鬼混呢？搞不懂。你看到等到我们来纠正，奇怪啊。对，卷九嘛，一开始就胡公，根本就没有这个缩地，让我缩地。地可能都没有，只有地上住。然后我们要说地，他说地脉嘛。神仙蛋说地脉都没有，我想开我那个四库全书版查查看，那我现在是要做这个，我们上一次是不是？上一次是不是那个什么？上一次那个，这个，这个玩吗？什么？上一次我要，我们找那个什么？我那个简化字版，我们给它 OCR 查一下。哎呦，哈，没有写什么，神仙。不一定是四库全书有漏，我们还不到最后面，先不要说别人不对，对不对？就是不要让我们发现，既然是又是耿耿于怀，就真的实在是太那个了哦。一样，我们就下载吧。哎呀，真是不需要了，我这个有这个吗？忘记了。哎，不对，这个是在我电脑里头的。No，这意思哦。所以这个因为是在我电脑里头的，可能就不行。它这个只有。
网络硬碟才是有资料串流，那我这个不是网络硬碟，是我电脑里头做备份的就不行。那我们一样，我们开这个来看。可惜我们学校没有给买的资料库不多哦。假如是那个什么，那下得很快呢。哎呀，这个还要 JPG，还要那个先压缩这是。那我这里有一个那个转换乱码的那个档面。机制，我看看它可以转换成什么？啊，没有，应该就是这个。哎，解压缩字词怎么没东西？要么就这个。我这里有个转换，《神仙传》学院中间。哎呦我。这个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这样就可以了。学院没错，那把这个，如果是 PD 机档，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能直接转，试试看它读不读。我这 OCR 软体，哇，好像是不行，它要转 JPG 了。哎，也许还可以吧。那这怎么办呢？我们。哦，可以，还不错，可是这要停掉哦，因为我是 simple，对不对？它是简化字版。好，那我们先开这一本，这个的话是要用那个，有一个 Unicode 的那个程式开的哦，这个特殊，因为它是 PDG 档。哦，特殊的这一个，我上一次有秀给大家看吧。好，那第九卷，看它是不是第九卷？啊，这都乱码了啊，广成子，所以它也是分那个卷数可能一样哦。哇，不会吧，那么慢。看到目录，对，九是胡公嘛，哦，那二三三，胡公，胡公者不知其姓名，今世所有昭君服，对，方二十余年呢，这是一样的。这都一样嘛？你看这个人家断句，我们也断呐、啊。那有些争议的地方，我们看跟他断的一不一样。如此积久长，我们写够有没有？你看，公之长方独信，欲长方曰：“知木无人食，更乃长方独其用而往公。”欲长方曰：“今见我跳入湖中，请愿随我跳之。”当得。这时候长方都还没学成，他不可能有缩地术。你看课本都不能这样嘛？在东方未来山有神树，能说地脉，千里存在万物脉，方知如是。这都一样的啊。
叹谢遣之也，子不得谢孽之意，以子为地上主者，可寿数百余岁，为传崩殂一卷。你看这个，他们都没有解释这个句逗啊。在此可举诸鬼神，常称死者，可以以治病消灾啊。你看常称死者，他句逗跟我们差不多，我们是把这个常读成经常。经常称者，不会是曾，这个本来是曾，常是就曾经的，也曾经称者不通嘛，啊、哦。你看，根本都没有啊！以后还有翻译也不错，那我们看他怎么翻的。对呀、啊，根本都没有嘛！我们主要翻那个这个市场卖药是汝南市副官司，这是错的，是市场到市上卖药。你看他两个都读成市，县市的市到这个城市里头卖药，太奇怪了。其实好像也可以了，可是应该，可是我们读市场的院子只是比较奇怪，市场怎么会有院？所以各有千秋了啊，也不敢说人家这样对，反正对错我们那时候都讨论过了。这个目前是误解，可以两存。然后这一个他吃不下，怎么办？昨晚把一卷仙符给长房，你看那个传什么符，这根本都不写，他直接就翻成仙符，含混过去，有没有？所以他也不知道究竟嘛，可至少不会错得太离谱也就可以了。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我们那时候讨论过两种读法。然后你带上这卷仙符，可以召唤驱使鬼神，就跟我们一样。然后你对他们说你是仙界使者，常称使者，你有这件也可以个人证。你对他们说哪有？所以他你看读法差在哪里，就找对主词。对吧？他是说常称使者，认为是主持是称的主持是你，然后称又省略的受词，你要对他们说，对不对？他把称当成对谁说的？哦，那我们不是这样讲，我们是说只要你照我这个符去召唤，哦，称就称呼嘛，召唤，然后去使用的话，派遣的话可以，就是常常去。练习这个咒的话，可以使人治病。这里就跟我们不一样了，真的，我觉得他这有点问题啊。你是仙界常称使者，不太可能是这样啊。待会我用完去读我看。所以哦，不要老是看别人的翻译啊，他错你就只能跟他错了，对不对？你看他刚刚这个传。仙未传封符，他根本就混的，就装仙符，就对不对？那传也不解释，他只有语义嘛。然后你看，对呀、啊，待此可举诸鬼神，所以跟我们一样，就是好像调兵遣将都没有问题，召唤。你对他们说，你是仙界使者，你看他添字还原添了多少，根本可能篡改原意。常称使者，省略的主持，省略套是吧？啊，使者，他是还添了一个天界使者，对不对？那我们是把这个称使读动词，他把使者，他是这样断句，对不对？使者是名词，还加了一个天界，是天界的使。我再检查一遍，不对嘛？那常怎么可以翻成你对他们或者怎么样？大家就不知道。你看我九阳神功厉害吧？换成经常的常嘛，这个翻译的一定没想到。对啊，经常使用的话，最后者好像我们之前有讲是的话，不是的人可以治病消灾。你只要常练习使用这个常，那这个符意思就是除了可以治病消，这是一件事。
所以我们用分号嘛，这又一件事，你自己比较哪一个对。那至少他这种翻译都不给你讲解，对不对？就丢一个翻译，错了就错。你觉得到底是怎么样对哦？你看那个东海军也有问题嘛？我们看一下，东一带常年不雨。你看怎么会变东海一带啊？人家是东海军呢，除非他的版本不一样，对不对？东海军来汉。怎么会东海一带哎，常年不雨，那是君来汉，怎么会常哪里有常年不雨啊？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君来汉，除非是户权说本有错字啊、哦。我们开心市场去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要看的就是什么？这几页，239。历代笔记小说、笔记小说小品丛，反正应该也是什么出版社，就知道水准如何，学院还不差、啊。刚刚那个党名就有，那也竟然也没有写谁点教的、谁翻译的，太不负责。序可能会，序如果有署名，大概就是他吧。有前卫先生，嗯、不错，全勤务。可是我们也是是非非嘛，哦，不能很混。巴结或阿谀奉承，不对就不对嘛，哦，不妥当就不妥。二三九，你看他那个原文是嘛，东海军吗？你看还有那个汝这个死鬼，对不对？汝死老鬼，他也是这样读，那汝死老鬼，看他怎么翻？唐方怒这个拍，对不对？你是一个老死鬼，你看死老鬼，他倒叙变成老死鬼，跟我们差不多啦，就是死了很久了哦。那死老鬼刚好跟我们骂人，对不对？尤其女人，哦，太太骂先生常常这样啊，那个老不死的老死鬼。然后呢，还有另外一本可以参考，我们就不扯了，还是应该扯了。为什么这一段影片要押注郑安礼？奇怪，那是我当兵的同袍啊。中海军来汉，那看他是什么版本。东海军有罪。那事故本是东海军来汉。长房后到东海，见其名其义，对不对？一个本子做，对呀、啊。东海军有罪，这个不知道凭什么的，对吧？他这个是，他也没有注明版本出处，哦。你说东海军有罪。可惜我们昨天没有参考这个，我蛮累的了，可能没办法再看第二本。我比较好奇的是要查一下那个，我换另外一个云端哈。哎呀，学校怎么可以遁形的？错，遁形通常是遁到土里头行走。就乱搞，真的。那今天上课跟他们讲若龙山，身体若龙山是怎样？一看影片就懂。可是我不知道这些宝贝学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啊？哦，表情呆若木鸡，一点也不肯互动，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可能只能也只有一个解释，真的是我前世的冤情在。你都来上课了，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就说地脉这个我们看过了嘛？你看吧，《太平广记》吧，对不对？一定是，所以弄错了嘛？根本是《太平广记》的胡公，不是《神仙传》。那他可能后面注《神仙传》，他就以为那个
现在金本神圣战已经没有这个故事了。我们之前有说异闻类聚也有，太平御览也有，太平广记是收以前的一些小说，你看，所以他这里说出神仙传，哎，没有第九卷啊，他在广太平广二十卷啊。房有神说，你看，便有大雨，后面有这个，最后才有这一句，对不对？跟现在这一本的不太一样，终于找到这个根源了。它是作雨嘛？它太平广序是令其作雨到这里为止啦，就换成便令其作雨，即便有大雨，后面还有这个，它就没了。于是即便有大雨。对不对？就没有讲他所理所。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四库全部注》本前面有没有讲他这个是什么版本啊？就是是不是人家后来集译的？你可以看他提要，那么看提要还是这个版本。这什么版本啊？怎么会这样？也有可能是后人集译，已经。神仙传已经失传了集，然后有时候他收集可能就比较不没那么完整。这明天我们再讨论好，今天到这里啊，打哈欠，睡觉啊，时间就回了就重来了。然后我们演出直播也到这里为止啊，晚安，阿弥陀佛，明天再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午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这个废长房如何说地哈、哦。我课后有查一下，可是不是我偷跑啊，反正没时间录嘛哦，先查一下。好像上一次也带大家看过，结果竟然是出自什么《太平广记》嘛哦，那可能是我记错，是你们已经看过，不是我偷跑。我不会私底下去准备，然后装模作样来做实境秀，可是难免有时候私下又会想到什么或什么、因为毕竟不是24小时录影嘛，这个没办法的、那甚至有时候我还故意等到要实境秀再来管这个问题，有时候还会压抑自己、那今天刚好又有学生在反映这个佛号声的问题，你看我已经弄到一了、我不可能弄到零或者关掉、佛号是不断的，尤其现在我已经归去来西了、虽然学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准我走、字已经不在这了，我当然做我该做的，当然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那我那个该尽的本分也会尽，因为我还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障碍、才不会傻傻的该尽的责任和本分不好好去做。再来这个另外外面那个喇叭，有时候像你在那个 Facebook 听直播的时候，我如果喇叭像我现在关小声应该几乎没有了嘛，因为它只能录到外面喇叭的声音。那我刚刚还不信，我在听我最后一集发布的，就是第七集，我们第七嘛，我们今天直播到19了，然后这是第七集、所以我就他说佛号太大声，我都不会了，我自己都做十分钟怎么会呢？为什么没关系啊，反正你们应该也不认识嘛、应该不会有个人资料各自外泄的。那个学生，你看这个学生跟我纠正每下一况，我讲的时候确实190啊，因为纠正我的错，我现在不敢乱给啊，一下给太多190也不敢，因为他大有功嘛，纠正我的错。现在这一次上课忘了跟同学提，我以前一开始都两三百随便给了啊，现在当然不能这样随便给了啊。刚开始是为了刺激大家要发表高见，那这是我们同学，你看上课讲解课文的表现很不错啊，这些小老师，对啊，所以不要妄自菲薄嘛，那不会的我自然会挺你嘛，你也不用怕，那你反而不会，我们才知道你到底哪里看不懂，问题出在哪，对症下药，这样大家都好，是不是？啊，看看那个为什么打不开，然后最近。我
该不会 Google 浏览器没开，它就不没开吧？伺服器莫名其妙，你看，现在又可以了。刚刚是因为浏览器没开，那应该没问题了。可能我这电脑的问题。你看我刚刚用电视看的，现在电视很先进嘛，都可以看那个网络了啊，可以看 YouTube 了。你们也可以啊，我就用电视看。所以我之前有分享一个，好像那个用电视看像看那个连续剧一样，真的啊，哦。而且非常清楚，字都很清楚，声音哦，超哦，棒！很有名的事情，那这又是可没以地学方到的东吗？西，有何不好？我们也不是做广告，也不要有名，也不赚你钱。你能学到东西有什么不好？随便，不怕不识货，自己听听看，能不能？用什么？最后一回，女春听着却不明白，反而不明白你吗？看哪有佛号声？虽然听有时着，候没讲但话不的明时候，因为白。它会录对不对？电脑里的声音，会比较大，它自动调整。啊，那我在讲话几乎佛号声听不到了。那你不专心听我讲话，你就听佛号声。所以我说那个学生说你很有善根呢，连我自己再听一遍，我几乎都没听到佛号声。他说听了他都快要被净化了。嗯，那很所好以啊。你假如是，是真的话，你如果不排斥佛教，你真的要好好去了解或认识佛法。也许你前辈子是高僧大德来转世。哦，我说老实话，我自己都还听不到佛号声。你自己真有不听明到白，佛号声吗？知道先机也不变更问，更那虚几乎伪。没有。我现在是喇叭开对，很大，知当道然我电脑里头还虽然本身是有那个佛号声嘛。里头有什么天机或先机，也不方便再去追问。那保留就是怎样？不更问就是保留现在的姿态，对放啊，在讲这个话姿至少很清楚啊，态，对，有没不有去更被改。佛号盖住就好了。你专心听我讲解嘛。那只要真不行，你就看别的参考资料，或者看我们的缩解的 Word 档也好啊，对不对？现在都比较勤快一点，或以前是懒得多打字，现在哇打的不少，有时候是整段给你打出来。那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上一次那个长房，上一次已经有了嘛？哦，对啊，你看我从20几分开始在录了，上一次好像2天前还是1天前啊，哦？你看读完了才发现，啊。所以又是以讹传讹。第9卷《胡公篇》。又是一个什么？我们就用我们那个网志，顺便贴过来给大家参考。耿耿于怀，以讹传讹。唉，那我当然不会写日网志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实境秀弄弄。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冥冥中有佛菩萨加持？你自己说，我们好死不死没事去，人家都已经注那么清楚了，你就信就好了。我们偏要去找神仙站出来读。那他这个还好，还不写卷九胡公。那我们看了《四库全书》版《胡公传》，读完了根本没有啊。那么哪有那个啊？对，我们上一次说要看提要，他那个版本是怎么样啊？那刚好我是研究《四库提要》的嘛，正好。是不是又是这个？读书以求善本。结果又是一个人云云雨、层层江阴的经典示范，那么，我用 Bitly 的网址哈，按右键就可以开了。那我们上一次应该有给各位看啊，那个学校的那个云端，对不对？结果今天出自是《太平广记》，啊，那时候3更半夜了嘛，最美丽的就是。那我这个正好换一下这个网络，我就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那个了哦。然后就我怕学校云端不顺，你看。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电脑的网络不顺，我换个网址，用这一个，我如果用这一个的话，就可以这个，哎，那个反而看不到，那个我那个 IP 的那个分享器反而看不到，啊，怎么会是这样啊？竟然来这里，哎呀，害我跑那么久。我们先用那个飞行模式，让它重新抓。哎，这没有飞行模式，让它重新抓那个。有人教说飞行模式你关了再开有一个好处，它可以重设这个无线网络连线。啊，像我现在在关它的重，有没有？刚刚它会再去抓网络。你看这个就出来，刚刚我就是要找的。啊，就是他连线，他竟然跟我讲没有网络，有网络，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我要看，那个叫以讹传讹，以讹传讹。真的没网络吗？真的嘞，还没连线。搞什么？今天正需要你，你竟然没网络。这个有的话，IP 不一样，那我要去给它重设一下嘛。对不起哦，没有先准备好，反正实境秀嘛。我们有时间哦，或者你自己做这一段就跳过去。就这跟证明这个实境秀一刀未剪呐、啊，哇，这怎么搞的、啊？今天这个，就要用这一个了。牛，你连线吗？还是用学校云端吧。他等一下自己会重新连线，你看就比较熟。你妈太平广记嘛，唉，这怎么弄安内呢？那学校更夸张，对不对？不是我们爱骂他，所以好的也是，你看天下文章一大抄，这我们都录过去了没？唉，没使安内嘛，真是台语那句话，尬派拎啊大谁，明白？台语词典有这个，我们玩玩看。反正现在都实境秀放开了啊、哦，不喜欢你就跳过去啊。教坏，你看我们这样，拜托不要做五年这样。没有，教育部官方还有另外一个台语词典，你可以这样。来词典，闽南语常用词典，就对，就是这个教育部的嘛，啊，台湾闽南语常用词典，你就教坏，那没有的话就用那个全文去找，可是全文找它未必有发音，那个好可行，Google 翻译它没有闽南语哦，尬派。对啊，教坏，另外打谁？大孩子、小孩子都被你教坏拍爪头，拍耍头，耍头的唔好啦，对不对？坏榜样啊，耍头哦，原来是这个耍，爪子上面一个毛，下面一个毛，一个火，我们看看，真有这个汉字。其实这些都有专家学者去研究，到底台语这个本字是汉字的哪一个字啊？你看，我还打出来哇！可是他没办法检索，用这个呢？博学大师，或者我用一体字之眼，你看哈，用仓颉输入法检索，没有，他竟然还没搜这个字。没有哎，好烂。我们刚刚哎，真的哎，错啊！可是他们原来拼音是"是"，"是非"的"是"，这个汉语拼音是念"是"啊，耍头引导哎，哇！你看，哎，这些专家真的很佩服，对不对？
这很好，其实本土意识起来，什么事都是有好的，有不好的，不要固执哦，什么都绝对好啊、哦。你看他这个，还有这个闽南语常用的俗谚，耍嘛，引导这带头的不好。可他这个根据什么？中华字海哦，很好，可见中华字海收的是不少。你看其他汉语大字典竟然都没有啊、哦？哎，今天国学大师照片、图片终于出来了啊、哦，休息了好几天。是念是对不对？引导带头，所以普通话闽南语方言词典哦，所以还是闽南语的来的。可怎么会念是耶？错啊！他至少也照闽南语标音嘛。难道国语还真的有？你看明明是方言，他还标个雅言音。方言的相对就是雅言，文雅的雅，雅是正的意思，就是官话了哦。正不是正确正义，就是总是有一个标政治标记的正。就好像正体制的正不是正义哦，其他议题是斜体制或简化制斜体，不是一个标准嘛？像简化制也是根据正体制去简化、啊，甚至繁体制也是根据正体制去繁衍的嘛。像我们新鲜的，先明写一个鱼，一条鱼和一头羊就好，可是有些人非要写三条鱼，对不对？那就是标准的繁体制啊，它还是跟鱼有关嘛。哦，相对于方言就是雅言，那个雅是正，没有人说正言啊，哦，那。所以他说用雅言，哦，这出自《论语》，那个雅就正啊、哦。所以你女孩子喜欢用雅，或者甚至男生有像连雅堂先生，对不对？连恒先生，不过他那个是字，对不对？雅堂就正堂啊、哦，文雅、正经的，不是很轻浮轻佻的。嗯，耍头，教坏孩子大小，我们顺便看一下那个 Google 翻译他有没有。台语语言选择应该没有台语，其实慢慢开发应该可以了、哦、就知道教坏台语怎么念，这样很好都好，找一些真人来，或者你用闽南语的闽没有嘛，台湾话的台也没有、哦、所以目前还不支援，它还是以整个国家、哦、主要语言为主，好吧，嘎嘎派，嘎，搞，搞、哦、宗教的时候，这些词性不同，动词念嘎，对不对？那国语我们北京话也是，国语其实是北京话、啊、也是那个词性不同的时候，有时候音调就不同，或者发音会略异，对不对？啊。就像耿耿于怀这个成语一样，对，也是大家都这样想。你看，啊，其实连课本注释，课本注释我们还没出来嘛，哦，没有考究，对不对？对，长方说对啊，语出葛洪《神仙传》，胡公传说，东汉时期的方士非常好，《神仙》只有六能遁天，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四库全书本》，胡公。第九卷我们把全文也录在这，以昭公信，而且全文是我们帮忙整理标点符号，对不对？啊，原文它原文没有错误嘛，可能用嫡字出版社的、哦嗯、然后这个经过了读去读，那个叫精读哦，又就用文言，又是一个。就附在后面了。
你看又来了哦，我们之前有做过什么正文变大字，注文变小字，所以我们把它选取起来。之前有做一个程式，来，我们要变魔术完程式了哈、哦，文字不是文字，然后文字处理吧。来，中国人，你看注文变小，正文变大，嗯。奇怪，他还是这里拍，好不好？啊、注文变小，正文变大，回大，正文回大。那你看啊，他会处理我选取范围的，范围就是 range， 然后把这个拉开，你再看你就知道，有没有？现在正文是不是字反而小？我的注文顺守正按反而大，嗯，其实我把这个部分要处理部分选取起来，然后嘞，你看哦。我们到那个注文正文交错的地方看，看等一下变魔术，嘛，就这一块顺手正按。你看我像播音乐一样按那个按钮，看到没有？正文说变大，注文变小，看到没有？顺手正按，好，魔术变完。哎，你自己扪心自问，有几个国文老师可以玩这种魔术给你看？你们啊，我的学生啊，哦，别的，哇，对不起。所以刚刚应该叫全选，不能偷懒，没关系，复制格式就好。你们呢，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碰到谁了，不懂得珍惜。就好像前面我们不是有分享那个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多少人碰到佛陀，可是有几个珍惜。这要用小字啊，才能统一缩小。这个字不要那么大，我的注文当然小小字就好。啊，就再刷它就可以了。啊。是不是甚至再小一点，我的注不重要了啊，附带的而已。对不对？哪有？那是牧民嘛，我们把这个异体字就直接改了。嗯，这里还有臭秽嘛。啊，因为是尊重他，现在电脑没那个字，可是我们。这个只是引用引他的意思，改这个议题没有关系哦，不算篡改啊，因为只是字体字的写法不同，字音字义是完全一样。嗯，对不对？卷九对不对？然后这个有连结，你点进去就会跑到我们刚刚复制。哪里有缩地啊？对啊，哪里有缩地？结果呢，竟然是在，所以你看那个课本都错嘛，啊、嗯，另有，然后这个是错的更离谱，顿行于千里。顿形是完全错，我们就标顿形就好了，这就错得太离谱。哦，绝对不是顿形。哦，来看第。字典有没有顿形这个音？顿是遁地而行，省略化缩语，对不对？怎么会说顿形呢？很七八糟，还不应该了哦。你看这个没有，所以你看课本注释竟然用这个，你们看得懂什么叫顿形吗？哎，我真的搞不懂那些编老课本的老师到底在想些什么，是不是？那是我的同事或甚至我的同学啊，我们是就事论事啊，不是我根本也不知道是谁编的啊，不是说对谁不客气，所以请大家要见谅，不是原谅我、可怜我，是要体谅，大家都该求真嘛，不是这啊，连这个都没有，遁形是遁地而行的。
省略。那我们前面有找过了，对不对？我顺便把那个打课本144，这里注意一下，要写一下文化大学，对不对？中国文化大学大一国文学，啊，是不是144嘛？大学国文学不大一，哈哈，你看我连课本叫什么都不知道，好混的老师。这个当然不用红字了，啊，然后用数字用那个，啊，怎么可以说是顿形？顿形是遁地而行的缩语嘛？遁单字想副词是遁。遁地而行是土，相传为土。遁地而行，《封神榜》他的绝技，对不对？土行孙，这正好。土行孙是古典的就可以了，刚好跟我有个同样有个孙啊，这个之前都看过了。那这个版本要注意一下，因为后人假如看到我们这个的话，不知道是什么版本，107年，那107年版嘛，我们看一下版权页，啊，107年啊。学校给我们档案没有版权呀，那就八版，对不对？他这有写八版大学国文学，啊，八版107年八版，民国107年7月八版。那他这里给我们的是107对吗？民国107年1月八版。107的话，20我们还是尊重用民国好了啊。学校竟然这样，它比较中国文化啊。哦，八版，因为每个版本不同，嗯，像我们之前看过教过的旧版跟新版页码就不同了啊。土行孙，现在这个可以缩小，啊，多了一页。我们刚多开一个视窗嘛，把它关掉就。好，缩小这里，啊，甚至《倩女幽魂》到第二集，燕赤霞也会这一招。你看土行孙，遁地术嘛。哦，这《封神演义》《封神榜》也可以啦，哦，他既然演义，我们不仅仅还是用它呢。啊，然后。连《倩女幽魂》第二集，电影要到的燕赤霞也会，对。这个就是，所以生活虽然可能我的学生你们已经没有听过什么道啊，燕赤霞，这是老电影了啊，对，那遁地什么意思？对不对？飞天遁地嘛，嗯，它是遁形，可是它是上下文遁形于千里的缩地术，啊，很明显它就是用这个嘛，啊，练有能遁行千里，哦，这个遁应该没有不久的意思，时间短的是这个遁，哦哦，就这个遁是逃的，这样一下就拴走了，哦，遁行我们是隐遁，哦，隐形起来，啊，一下不见这样，所以这个也可以关了，哦，是遁地的意思，飞天遁地，
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要怎么说呢？我们都讲过了啊，就不用看了。然后呢，金本的还有另外一个金本简化字排版，金人整理了啊，金人整理的简化字排版本也没有此事，对不对？与四库本同哦。那我附那个那两本书给大家参考哦。那当然我得上传一下，不然你们看不到哦。那这有版权问题，我也不可能每一页都给你们看。那我们就在实境秀里头拍好了，我们就。那上一次我们好像是在我这个云端，我们暂停一下哈，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哈，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云端那个嘛，所以我这还留着，对不对？成仙传上一次是看学院版的没有啊，这一次用那个东方出版的啊，可惜没有先跑。那我先看我们那个学院版。大家看一下，这个学院版看过了。那其实是一样的嘛，对不对？蜈蚣233，对不对？然后我们还看了他的翻译嘛，不是吗？对啊，你看他接下来是谁？银鬼，看一下跟我们的一不一样。对不对？一样的嘛，所以他可能也是从四库本来的，嗯。啊，你看他也是到这里就结束了，首尾一看就知道一样，那本常识啊，所以这个学院出版，我们记一下他的版本。学院出版社嘛，哦，那他没有哦，前卫语义，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好了。他这里反而没有写，奇怪。嗯，我们给这个拍一下照。你看这个浮水印嘛，这个超星独秀他们贡献出来的。那我记得他有一个可以导出文本，不是导出图像。嗯，第四页就可以了嘛。哦，这是输出所有啊，因为他这个简化字版可能有乱码，所以，导出图让他导到哪去？复制到简配版。这可能是说复制成功，那我们再到剪贴板，然后存到那个 Dropbox 啊，它就可以。你看我这个小画家都还没有那个附属应用程式，有没有钉在这里？我习惯用小画家，嗯，钉在这里，好，
把它贴上，多余的剪掉，旁边的边也不要那么多，哦。存在 Dropbox， 你看这个等一下就可以直接用，回名，等一下它就会同步，然后我再回来这里取用，插入图片，啊，或者有一招你们顺便学，直接拉进来就好。那么微命云已经进来了，那你注意哦，你拉进来 Word 这眼毛放开，它就只会在直接会在你刚刚那个游标插入的地方，对不对？这两本都没有。哦，没有，现在也没有此事啊。这是版本如下。对不对？版本如下头所示。第一个这个版本没有。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他这个还是没有 OCR， 我看看，那可能要进来。哦，那注意它是简化字的，你不要挑传统字，我叫简化字版，把它拉进来。它有时候不接受 PGG 档，有时候又可以，像我们上次那个有，那一样东方一样，这个是余春松，那我们一样拍它的版权链就可以了。那就很清楚，鱼春松还是干春松？它是干还是鱼啊？干沟鱼嘛，干呢、欸？哦，干春松先生，哦，干先生，哦，干豆干的干，笔画比较少，那一样。工具，文件导出图像 ，Ctrl+E 就可以。好，剪贴板，那一样，我们把它盖过去，再。储存，那一样再插进来，啊，那就我们再小一点，让它一页里头可以附两个就好。哦，那你们反正看不清楚，可以拉大来看。那现在这个新的应该就是新的，那我拉再放两，是不是？干春松，东方出版社的2004，这个好像更早。哦，那刚刚那个是几哪一年的？他把我原来那个盖掉，原来学院那个是1998，哇，更早。那你不能这样选取，选取它会盖掉，你要在旁边，对不对？这里插入，哦，这里点再拉进来看看，哦，有没有？它是在后面的，没错。哦，记得哦，刚刚我就是选取那个图，你选取它拉进来，它就变成取代了，哦，那样这两本，哎。啊，这一本也没有啊。我们虽然还没看啊，有点心下断言，这样不对了啊。啊，还没看之前怎么可以？可是八九不离十了哦。嗯，这个都是简化字的。哇，它还这样哎，根本就不是原书的样子了。它是什么东西啊？《神仙传》？它是他住的，所以它不是。翻译的也不是注释，像刚刚那个是干宝，所以我们闹了一个大笑话。这个《神仙传》不是，对不起，我老说干宝是葛洪啊，葛洪才对，不是。所以他是收集古时候神仙的事迹，把它编成一本《神仙传》那个书，对吧？王母娘娘，你看，七王母。王母娘娘、太上老君，哦，所以这个不是葛洪的《神仙传》，这一本就没有用，所以要更正，哦，这不是，闹笑话了，哦，是，
只有这一个金人整理的简化排版我们如下啊，不用说了啊，那不知道是见鬼了，对不对？大家都是狗红神间传哪来的？那另外一本也没有。版本如下啊，内容你是否？他前面会有介绍他这本书怎么编的，我们其实应该看一下。他可能会说他根据的底本啊，这个底就是盘底平底的底啊，底部的底啊，我们说功底。一个功夫很深的人有一个功底，对不对？演戏有演戏的功底，所以这底就是根本的意思啊。根本作为对照的版本，那个哦，真是，你看他这个可以啊，已经做好了。那我们这个给它关掉。怎么读啊？有吗？有读吗？哦，哎，好像才读了四页而已。哦，不对啊，所以他这里我还是要转成那个。转成 PDJPG 档它比较，我这里有一个转换的那个转换的程式啊，它比较能够 OCR， 可是这本书不太重要，我们就先不管哦，这个先关掉不存，这我私底下再做啊。那个我们要看的是这一个学院版，对不对？学院版它是。这个我要钉在这里，随时要用的时候，我有钉吗？哦，有，已经钉了，自己不知道。对啊，这个，那它可以开最近的文件嘛？你上一次关的，它会记起来。那你开新 Uncle， 看它前面介绍，哦，看《神仙传》到底，啊，《神仙传》是这样，葛洪，住葛洪四号炮不是，江苏。勾容人，那个是勾啊，应该不是念句啊，破音字嘛。讲过鸡七七转科科呵，所以它可以念勾。左边花加个金，是不是就勾子鱼勾的勾？哦，我们一起看啊，哦，我不念了，我们一起看啊，找到它的版本是根据什么？所以你看，你可以知道它原来是道教的一个很有名的仙家仙贤啊，所以它编辑了很多道教的这个经典啊和资料。啊，来了！著述篇章赋予斑马，这斑马是指班固和司马迁啊，编写后汉书的班固和写《史记》的司马迁，其所著《神仙传》成于鲍朴子，鲍朴子也是葛洪著名的类似思想的这个理论著作啊，所以他写成在鲍朴子写成之后，用以。来弥补刘向列仙传的不足、不备、不完备啊！神仙传序云：洪著《鲍朴子》那一篇论神仙之法，而且弟子腾生问曰：“先生曰，神仙可得不死，神仙可以长生不死，可学古之得仙者，岂有其人啊？可以学古时候得到仙术的人啊！”古之得仙者，这个可以读成得，也可以省略不读，因为很多得可以省略前面的得嘛。白话也一样，不要那么多得。可以学古时候的得到仙术的人，或者可以学古时候得到仙术的人，是不是后面比较简洁？对，可是完整的是前面那个，可是太多得了哦，反而让人家听不懂。所以我白话才有这个习惯的文法，会把前面的得都省略掉，只留后面。哦，其难道有那些人吗？所以你别以为人家都迷信，谁迷信啊？对不对？人家也是会有疑问，一定有让他能够相信的嘛。啊，不要预设都人家迷信，你自己
我们也不是叫你就相信他们记载的，可是要先抱着空的这个心情去看待这些事情，不要一种否定的，人家古人就是无知，我们的祖先都是迷信，这样其实你自己已经挂了一个有色眼镜，害自己哦，没人障碍你自己就先障了。那这个葛洪就回答：昔秦大夫阮昌所记有数百人，这仓库的仓啊，那简化字哦。所以那时候秦朝的大夫不是大夫，对不起啊，大夫啊，官员叫大医生才是 doctor 还是大夫？做官的卿大夫不是卿大夫啊，大夫。阮昌，秦国做这种大夫官的叫阮昌，你看所常常出现，对不对？你也可以拿掉所嘛，阮昌记有数百人，这加个所就是这个记是阮昌所记，不是别人，所以强调用法。刘向也是啊，所传就是刘向传的，那这个所传所这里就代名词了，刘向写的列仙传或书，有没有？他这里书或列仙传没有出现，所以他是所这样倒过来读，含在所里头。刘向写的神仙列仙传或神仙传，前面有提到的刘向，这个刘是刘邦的刘啊，简化字。有71人，洪以为刘向遗漏太多。那葛洪这个是他自称啊，自己可以叫自己的名字，可是这里应该不是他的话，他的话也知道这个引号，对，这里应该是那个，这叫什么？对不起，我们不要略人之美哦，这要给他写一下，尊敬先辈，也许他已经不在人世，前卫先生哦，他名字好听，很前卫啊。内容与司空应是据四库本来。因是据四部本录入的啊，誊录到他的书里头，然后做注意啊。那这个是今人前写一下他全名前卫先生啊，他这个是简化字嘛，就是我们这个传统字的这两个卫啊。这个卫简化的是有道理，你看可以少写多少笔画，可是现在电脑没差了。也少按没几个按键，像我们参节书啊，最多按五次嘛，能差多少啊？所以当初我搞这个的，那时候还没发明电脑，这些都要真的现在应该都在地狱服刑啊！太急躁，找错问题，笨蛋问题不是在字简不简化，中国负不负责？对啊，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尤其民国初年、清末、民初这些。尤其还有很多什么知名的人士，什么徐志摩，对不对？钱穆啊，钱宾士先生啊，什么的，胡适之啊，陈独秀啊，对不对？对不起，我们连名带姓啊，因为不是对你们不敬，该敬的时候我们会敬，可这方面真的不值得尊敬。搞出这些，那钱玄同先生也是，钱玄同，那提倡简化字什么的，所以搞到现在，你看两岸搞成这样。根本没，不但没简化，更麻烦嘛。所以繁简，甚至好，你简化的是，你还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那中国传统文化怎么办？所以整理这个古籍的时候就乱七八糟，甚至民间人要用那些传统字的时候乱七八糟，弄得更乱。我老师黄佩蓉先生还整理一个松花江的，啊，康熙还是乾隆的诗，然后松花东北嘛，他们那刻个碑还是。市政府他们对不对？共产党他们一党专政的政府弄的，笑掉了松，因为他们跟轻松的松上面有标这个部首的松混在一起啊，同一个字啊，最不应该的就是好多个字共用一个字，这样弄得更乱啊。结果松花江他以为松是简化字，全都转回轻松的松了，松花江很松的花的江哦，原来是松花，松花也许是一个植物，也有也许是松树的花。我不知道，研究绝对不是很松的花嘛，肉松、鱼松那个松，不是鱼松，哎呦，你说该不该在地狱服刑？未必要需要到阿鼻地狱，可真的应该去服一服，误多少人的慧命，留下这种，你看害我们这个后代，只能帮他整理这个文献，都一大堆的困扰，有简化吗？更繁复，成本更高，然后现在还有人说，他们官员也说，啊，要恢复传统制，那个代价太大，你。拿一句蒋经国曾经先生曾有的名言：“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代价大都不做吗？那继续错，所以你就知道了吗？明明知道不应该的事，还哦，只因为代价大继续错下去，对不对？
因为是人哦，人不要真的要凭良心，不要搞什么斗争或自己的名誉、名文利啊。凭良心去做事，要不卑不亢。像以前明初那些，可能就是崇洋媚外嘛，自己民族士气心，号称八国联军之后就垮，就对汉字和汉字笔画那么多就大有意见，乱搞，对不对？就会搞成这样。现在弄的这个成本更高啊，什么代价高就不那个，嗯。唉，刚刚要讲什么要跳针了，所以突然又那个讲的慷慨激昂，突然随便，反正大家都凭良心做事啊，不要再，我想八成都有人在那里角力斗争，或者、啊、想出风头，或者反正都不是纯粹真的为了求真理、求实事，多少都夹杂有名文利啊。你看我，所以我哪一天往生我不知道，我留下这个。今后人检验，那如果因祸无问，那更好，我也没什么损失。而且要 好死不死，我这些资料留到后人传啊，那些后人有像样的人，你看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预感，我可能会变梵谷第二世，当然是国文界的，不是绘画界的。生前的时候被人瞧不起或没人重视，死后再哇，以后可能石敬秀一个就，也许我这一句话就一语成谶了呢。啊，有勇版石敬秀了，可以卖到多少？拍卖多少价钱呢？当然，这个现在复制这个档案很容易，是不是？嗯，他们当初发明的，我可能想到刚刚要讲什么，就你看人要凭良，对啦，就是要讲的人要凭良心做事。你就是这样乱搞，所以你看后来就发明的电脑，把你狠狠打几个巴掌。电脑还要用手写嘛？虽然现在有手写体。我要讲一句公道话，扁化字不是毫无是处，所以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几乎快要成主流，虽然还不成气候，就是我们认识要认识繁体字，或他们号称繁体其实是传统字了、哦、可是我们要书写的时候可以用简化字，他们像这个位，你看哇，一二，假如我是手写书写版，对不对？然后它可以辨识或者电脑转化为这个，多好。否则我光写这个，有时候手一滑，对，这个功不可没。可是你因为这个就强迫大家全他乱七八糟。你看电脑这个发明就是完了，电脑一发明，大家都打字了，甚至 OCR 人家光学文字辨识系统、电脑认字、软体软，你这个全都垮了嘛？你当初的利润根全都垮。我敢说，我赌嘛，我去希望极乐世界拿来赌。这些八成一定都有报应的哦，除非他真是当时是他，那没有他也有鱼吃果报嘛，有没有？他找这个真理几千年的文字，你敢这样给人家乱动？那这一定是非常自以为是的人才敢做的。你看几千年，不是清朝才用，不是明朝用的，对不对？从楷书开始有，连《兰亭集序》那时候就类似这种楷书了。那时候虽然真正楷书还没有完全成型。对不对？那汉朝主要是隶书，其实跟隶书跟楷体已经差不多了，是篆书差比较多而已，从隶变以后，所以文字学上有一个史叫隶变嘛，隶书的变化，形体变化，所以很多脱离原来造字的本意。可是其实我们现在其实绝大多数还是有保留住，只是有些会有因为脱离了，它为了书写方面，就像简化字一样，会有违反的原来造字原来本意，可是那毕竟说实在，至少我的经验，毕竟是少，不像简化这种遗害那么大。哦，这没有罪报才没天理啊！我希望这个世界，我赌你，我也不用去，一定有。我如果活在当时的话，我如果想要推行简化，也是非常谨慎，不是绝对不会说或者事半。对不对？尤其这种要一对多，像头发刚刚讲松花江的松跟肉松的松，然后混在一起，你这个你要考虑清楚，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完全不管，因为怎样？听说那时候毛泽东这些带头的想要干什么？搞那个汉字去汉字变汉字罗马拼音，真是荒谬！竟然想到这些，讨厌自己中国的东西，讨厌到这样，然后字不要用，要用拼音文字，整个改掉，被朔点望族被。欺师叛道，然后背祖离宗，就是这样，这不会有报应。佛教就专门讲那个，像我说，这不是佛教的戒律或者那个道理。佛教既然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他看到真相，父母和师长是可以这样随便，你觉得你了不起就把人家那个。中国不正，也不过清朝末年那个腐败的，
刚好我们的如果刚好碰到康雍乾，你看中国会不会八国联军？就那么好，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老天安排正好嘛，中国人骄傲自大，活该。所以你日本人的起势多好，那么小的国家竟然可以打败你那么大的国家，那那时候还不懂，对不对？那日本人的巧，就所以我说我一再可惜日本人没有做第二个满清嘛。我觉得我们汉人早就完了，从满清开始，你看第一次蒙古统治已经警告了，那朱元璋带头认为汉人稍微，可是你想想看明朝历史。有很多难看的部分，因为太监那些乱搞，为什么汉人搞出来？难道是外人吗？外族人吗？你就知道汉人的毛病在哪？满清进来管一管，管这些贱汉人，我们这些贱汉，我是纯种汉人了、啊。哦，终于又有一个盛世，就是满清自己也腐败了，被汉人污染了。日本人来，可惜日本人竟然被老蒋蒋中正先生，难怪现在他的报应。你看，民进党要丢弃他的铜像。好啊，是不是？要是没有他的话，中国早统一了嘛？那多好！那时候连以日本人这样，当初韩国也统一啊，韩国也进来，可能越南也在东南亚都进来了，多好，对不对？国家又大，世界第一大国，第一强国，文化又那么好。你看日本人文化也很了不起，吸收我们中国，吸收西洋史，还有他自己本土的，啊、嗯，是非常，我真的说了，他是非常一个。至少以近现代以来非常优秀一个民族，虽然他之前因为门户没开放，对不对？也腐败过，可是哇，你看你被西方人打开门户之后，你看中国就不行，人家日本就那么快，那么马上变成列强。然后你看现在台湾人被统治过，还多少人在怀念他媚日？现在说难听的媚日，假如日本统一的话叫爱国嘛，不是吗？那现在多少哈日族、哈韩族啊，都变成哈。他自己本国人，这样不是很好？都没这些问题啊，那还有什么简化这番体制、两岸分治、民主共产的问题？那你看毛泽东和蒋介石或蒋中正，不就是两个汉人吗？有什么出息？你就知道汉人的出息是什么？我都是凭良心讲的，不是仇视汉人，这是很客观的嘛。那共产党还好没丢汉人嘞，当然现在。我想共产党很重视少数，应该是啦，我不知道，我认识中影，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大危机，他人心道德有问题。现在经济起飞就很像台湾第二一样，经济起飞，台湾也前言巧目，最后变贪婪之道，以后变贪婪的大乐，我看会怎么样。所以还好习近平主席出来、啊、因为他现在活了，我们尊重他嘛，不要连名带姓叫那个死人，当然我们就不客气了，现在是就是人啊。习近平主席出来哦，重视一些传统道德教育或什么的传统文化，看有没有一线生机。否则，你看他吗？飞，他只不过台湾第二、哦、我们台湾也飞过啊，飞到现在呢。而且大家都是汉人，变啊变啊，这前车之鉴更明显。至少我不是媚日，可是我敢说日本人也许还不至于这样嘛。那、嗯、我们就看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甚至汉人政权这个好的，我们姑且明知它是汉人政权嘛，毕竟还是汉人为绝大多数嘛。嗯，唉，毛泽东是汉人没错嘛，对不对？我应该没弄错，自己查一下就好。蒋中正应该也是，有什么出息？就谁也没统一，现在还搞两国论，乱搞那两边斗来，你不容我不容。尤其是我觉得最不应该，中国大陆这么大的国家，跟一个小台湾哦，小鼻子小眼睛哦，大家真正统不知道在争什么，还在演三国的戏码，在争谁是正统啊、哦？大陆反台独也是有他的考量，因为他还有藏独、新疆独立的回族的问题嘛。哦、这也难免后悔，可是有时候两个斗到那又说一家亲，然后又是对不对？又弄得这样，难怪人家是中国人就好斗，对不对？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尤其国民党，对不对？国民党当然撑过去了啊、哦，当初统治整个中国的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才垮成这样，兵败如山倒，还不知教训，不知死活。但是民进党现在不是也很爱斗吗？啊、哦，哎，闲话太家常，嗯，好、哦。然后是不是我们刚读完还没读完？继续啊！刚刚是为了录这位先生啊，也提到简化字，一家之言呢，就像人家电视广告，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可当然代表我的立场。
啊，不代表 YouTube 对吧？他让我上传这些资料保留，当然不代表他的立场啊。好，然后最后中才发现那个我们不要跳那么高，我们先那个啊，六点要准备出门，剩一个钟头哦。嗯，陈先生需要赢。金富超级嘛，收集那么抄录啊，那这些快看啊不，现代道家与神仙家判然有别啊，汉代道家与神仙家啊，这个讨论道家与神仙或者道教之间的关系啦，或神仙道术之间的这讨论呢，都不是跟这个书有关的啊。葛洪神仙家凡州总共记载84人。啊，所以总共有84人，啊，然后通览全书全书通览之外，通就是贯通嘛，看完了，看就览嘛，啊，既言导引吐纳恬淡虚无充虚自守清净无为，又言金丹前要禁咒符箓仙经道法黄白字典，那一派神仙家也，一派就是全部都是，我们说一派胡言就是全部都是胡说的。啊，所以一派就是全部，则此书先道以何为一啊？到汉朝的道家跟神仙家或道教何为一？神仙家养为孔子所不道，只不以快力乱神，因为儒家所不彼此。可是我要讲一句话啊，那是儒家不道，孔子不道，我们还是要有科学精神。你没有做。没有去实验，不要说人家都假的，他们不会假霸雄鹰，搞一些假的编故事。那就算他编的，有那么多人跟着读、跟着信奉吗？总是要有这种怀疑精神嘛。我们不是去肯定说哦，他们一定都是说实话。可你没有绝对的圣经，不能否绝对的反证，不能去否定什么的东西。嗯，就好像牛顿定律那时候不可一世，三大定律，后来呢？可是牛顿定律不是被推翻啊，知道它是有局限性的，它是有一定的条件前提才能成立的，在那个条件前提下没错它是对的，可出了那个条件不就是井底之蛙一样吗？出了那个井就未必啦。所以庄子早就懂得这种思想方法的谬误嘛，提醒我们嘛。啊，关于神仙家的蛇仔怎么样，然后此书采用之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刊于诸子百家丛书中的神仙传，其中神仙传神仙列仙传神仙传为影印核定，本书集聚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核定影印本而予译之，以偶有少量背景材料串译于译文中，故谓之予译。对，这个先生很谨慎，这个很负责，所以他不能说是翻译，他是予译，他的意思翻译的话要忠于原著，他是有加一些参考的资料进去，这样很好。否一般我们想到翻译就是照着原文要去译出原文的意思嘛，那他这个自己加了，所以说语义就是讲这语就有一点，我们说我常说你们写考卷不要写成文章大意啊，语言的大意，你们用他的大意来翻译啊，有点这样。那这个一样，我们把它拍下来，那么我们把它拍下来，然后录到这里来，一样是小画家。一样是刚刚的，对不对？他根据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可是我竟然没有这个诸子百家丛书，那我找要看诸子百家好不好？那看他影印的，他竟然是影印本，影印就是影印古籍本，那看他是影印什么版本啊？那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神仙传》，在中国哲学电子书西发，其实另外一本，对，等一下会讨论是没有的。你看我们花几个钟头来讨论那个，这叫大学，当然这不是通识了啊，这比较是大学甚至研究所啊，你通识当然这一块可以不用，你就吸收我们的结论就好，那留这个其实是应秀，只是让你知道、哦、学问是这样来，不是你茶来伸手放来张口啊，要什么答案就有什么，你要问这个答案从哪来，就像我今天买东西要标明产地嘛，要有履历，蔬菜要有履历啊，对不对？原料怎么来的？是有机、无机？有没有农药？农药检验合不合 SGS？ 对不对？对啊，哪有自己这个精神的食粮就那么草率呢？嗯，啊，这个可以插在这边，对不对？你看，所以名字不要改嘛。嗯，
就很好用。那我们小一点的应该还可以，那让它并在一起。对对啊，啊，所以我们就去找诸子百家丛说，我找我自己的事。电脑里头看有没有在看那个云端的，因为有的书友分享给我的，也许有，那我还没有下载或者什么。你看我哪来那么多书？是不是得到多数嘛？你看我少了多少数共享，像那国学大师里头，中文大师里头，我们前面介绍过。对呀、啊，一万多页，我就这样看着霹雳布袋戏，顺便看少。那时候还不学佛，还不信。后来开始学佛，有听净空老法师那个《无量寿经》，那时候还是在新加坡演讲那个，不是那个大经科注啊，也是边听经边在客厅啊。然后汉语大字典也是第一版，也是我这样扫起来。后来第二版有人可能破解了，读秀抄心的那个拿出来，像廖天地一样劫富济贫来。可是这个当然不可取，可唯一可取的是它只要不盈利，大家方便有所。可你使用者不要缺碟，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要知道这一些是抄心读秀，他们你看都有付费，辛苦了要感谢他。我们今天是用不到，有用到还是要付费，一方面也支持人家嘛，二方面不要只是想要偷鸡摸狗。一分钱一分货，人在做天在看，一影一毛，对不对？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尤其我们求弟子，哦，那我可是我们台湾人比较惨，你要去，我也不知道怎么申请超心读旧账号，我没试过，因为大陆总隔一层，到时候怎么付费？他们又要用他们内地银行也，也可能也不能刷 Visa 卡什么，我也不知道。淘宝那一些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啊、哦，所以就比较没有去加他那个了。因为刚好书友分享那么多，才都没有再用它那个。不过真的有必要用的话，还是要付年费去那个，对不对？因为他毕竟人家投资多少钱，精力进去，你不能拿着理所当然。那没有，甚至人家品质不好，还在那挑三拣四。你想想看，这样不是太那个了吗？太可耻哦！你觉得心安理得就心安吗？诸子百家根本都没有啊！哎呀，你看 ，no results。对不对？弄着一道，我是不打错字啊，愿诸子百家，诸子百家这个词汇可以对吗？果然。是不是这个、啊、有可能是看大小110没有可能诸子百家其他没有我没有那个重数、哦、看这个压缩档打开的时候是什么 PDF 档看解压是如果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就 bingo 了、哦、要不是当然就荣华堂市场是不是，而且这个不是，哇！他这个键解一个之后可以，哎，中华传世藏书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看人家有版权嘛，有没有？啊，这当然翻译啦，啊，人家没有就大恩大德了，不要再求底。啊，那我有版权。当然我们不可能全书秀给你看嘛，这应该还不会涉及到版权啊，顺便包养人家一下，不管那个书的品质怎么样啊，有心做这个人家也是投注多少，这也是很有名一套藏，他可能也请了专家来做整理啊，所以这个档名不能叫诸子百家嘛，是叫中华传世藏书，我要改一下，我可能在 email 有没有，我这里下载是 email以前 P2P 一个有名的分享站，我这里没有写了，我后来下载之后整理，所以这应该是中华藏书。那这个出版，你看他这里有写嘛，像版权说明，他并不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的、哦、可是倒是中华传世藏书，这个倒是要重新命名。那你看我这个 Google 云端，因为都上传了，他到时候。重新命名，它会同步、哦、
哦，对不起，这个没有关，所以他不能重新命。这样就可以，你看，有没有？在同步了。然后我们再看中华常识房或者这个书啊，没有，你看还好，刚刚我放解，因为有时候网络上传的资料啊，他们有时候命名要么打错字，你看反而没有，到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有这套书嘞，中华传世藏书啊。那可以打开那个资料夹，这个 locate 这个不错啊，我都是用那个找档案，不用那个 window 内建， window 内建感觉不好用，现在不知道改良了没，怎么知道啊，字里头很多，它可能要读一会儿。数字百家，我现在改这个嘛，然后中华传世藏书没错啊，这个看一次，你看它应该已经同步好了，所以它图示才不会再转，有没有？同步时间刚才嘛，嗯，看一次《中华传世藏书》。对啊，《中华传世藏书》哦，好，这样就好了。啊，那这样我竟然没有这个，可以去那个国学书典找找看。那我先到我的网络云端搜看看。那我刚好这里在下这个，你看刚刚同步了已经好。诸子百家，啊这个“子百家”三个字没有那个什么。没有简化，所以用这三个字去查，看我这个百度云有没有，还有115云盘，这都那时候这个书友常常会分享的那个，没有，那就得去国学书典看看。我当然不要看一生啊，我是要看那个。文件搜索是这个吗？没有，哦，那叫诸子百家丛书的，诸子百家丛书中的神仙啊啊，好，只能博学术典了。对不起啊，那个一起读《永时经》就差一点忘了播了啊。那个正好顺便签到一下。啊，签到领奖了呢。因为有时候你要下载它的档案，需要一些积分啊。这当然平常用不着的时候去累积它，万一需要，像百度文件也文库也是类似这样啊。百度文库，我们用紫百家查。还有时候下载需要下载券，然后你平常不累积，万一人家说书到用时放很少，哦，这个我就不知道签好玩的了。百度吧，我几乎很少来。那这个是跟修行有关，看到人家讲的有道理，跟人家发表一下自己的心得意见。那这个是我。Facebook 上之前跟我的前女友那个，啊，这个就先不看了啊，同事，你看，还漏签掉，诸子百家丛书，啊，大词典，那我们就用丛书去找了嘛。
子百家丛书，新读诸子百家，那一样这里是有哎、欸，没有，这个是求书，求，那连国学资料，那我网络云盘找找看，也许有，哎、欸、有哎、欸，真的有，啊、嗯，可是全不全呢？我不知道，那《神仙传》你看有没有？啊、嗯，《葛洪传》，你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啊、嗯。对呀、啊，对不对？在十一楼，那我们直接坐电梯到十一楼就好了。这里，啊、嗯，那十块钱书本不用下啦。哎，他还在读。你看，所以乃是，这就不是因了，刚刚是推测，乃是句，你看我们就为了讲这句话，你看花多少时间，所以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句，不是凭信口开河的，是不是信口开河，这个信是什么意思？书信的信，随口嘛，我们说信笔拈来，信步走走，随便走走啊，信步从容，嗯，那步是步伐的步，乃是句是故本，然后内容，这个我们小字了。盖其采用之底本为诸子百家丛书本，而据国学述典，我们就不下载了。国学述典此帖所载十几四库本。哦，对不对？所以它其实还是字库嘛。哦，因为我们刚复制了什么？没有，对不对？啊，这我们用注释好了，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用那么大的字，啊、嗯，然后用引号嘛，然后我们附网址嘛，上网日期，啊、嗯，有吗？穆天子案，你说十一楼还是十二楼？神意志，因为他刚刚说几楼，转头就忘，十一楼啊，对啊，嗯，十一楼，哎，点此复制到剪贴板怎么没有作用？真的没做，可能要用那个，我这个是用那个火狐的浏览器，啊、嗯，可能要用另外一个，那我们录这个就好。三月二十八嘛，今天。十一楼也没有啊，我们还不如用搜寻的《神仙传》。这一个，哦，它影印的，其实它就是影印。他下一次要扣，他都不想扣哦，没必要。四库本就是那个嘛，还好他有注明版本，哦，不需要看了。所以金本至少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神仙传》根本就啊、哦，对不对？所以最后一个结论啊，
目前可以看到的葛洪非常房能说地书一事，对不对？你看这个结论得来多不容易。然后所以时出自太平广记等书啊。这个叫类书，类书就是同一类的书把它收在一起，那这个当然是都是小说类的，它收在一起。那它又分哪一种小说啊，又分门别类都可以算类书。这一种虽然不是严格严谨规，你可以查类书是什么意思啊，号称是中国式的百科全书啦啊。那虽然这种不算严谨式的那种类书，可是还是跟类有关啊。因为太平是太平兴国，你查那个什么都有啦，维基啦啊。你看那个不一定这个都有嘞。哦、嗯。说地我们先留了，所以这根本都错了。你看，对不对？然后经查，这也是经查，不是经读了。经过我们查证，对不对？而非现在可能看到的《神仙传》，所以格根本就没有这件事，连《国语词典》连教育部国语词典也像那个耿耿于怀一样以讹传讹。你看我们就附这个图就好了，然后附王子，这样才知道是真的是他们，对不对？连谁负责，国家教育研究院什么的。可以啊，我这当然不用这个了，那一文就好。我复制他网址，把他加超链接就可以。你们点选就可以进去吗？按住 Ctrl 再按滑鼠九键要点进去速递。嗯，哪是这个，对不对啊？所以都没有，天下文章一大抄啊，真是。啊，像也像耿耿于怀一样，就是刚刚那个王子嘛。你看耿耿于怀，你点进去，是不是教育部的？还是教育部的？哎，你看我们花多少时间去讲的学问是这样做哦。太平广记他没有啊，那只能找维基了哦。他会讲说是太平兴国年间啊，宋太宗下令编纂的，对不对？
太平兴国二年，有没有？所以这是宋太宗的年号。嗯，你不知道太平兴国是什么，你就对不对？北宋君主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嗯，太平兴国，所以他是省略这个兴国两个字。哦，太平年间编的一个很广泛的记载，这个记就是小说啦，哦，记录。好，那我们看吧。这里我们就不拍照，然后拍照体积太大，对不对？引用，那你不信去查中研院，这个不用下载，价值不高了，哦，版本价值不高，对不对？你看，哎，我们再把太资据。中央研究院啊，十一所录它的内容录像，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内容再讲解一遍，然后这一次我们会加那个讲解的笔记。知是此，现在都可以。此的话是指东西要来七星大法，现在是指时间，懂不懂？嗯，知是这个意思。现在呢？据中研院十余所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所录文本余下，缩解余下，对不对？只是据中研院十余所电子文献汉籍电子文献资料所录文本缩解余下，嗯，应该说录其文本，只据中研院十余所电资料库录其文本缩解一下，这样比较好。因为我们除了录文本，还会缩解。这一次当然不会像之前说那么慢了，哦，那么细。要听细的，看我们上一集，哦，一起读懂《诗经》秀。然后这一次主要是有一些重点，做一个小笔记给你们，只是看那个缩解的那个档案的人可以做参考。那这里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字，我们就。啊，不过等一下要讲解还是要大致。那我们照他的格式贴过去，太平广运卷第十二，神仙十二胡宫，哦，啊，他是类书，有没有看到？刚才讲类书，他放在类书类，有吗？哦，就是这个类书，刚才讲解过了，哦，你还不清楚可以查词典或者维基百科看类书是什么意思。啊，嗯，看，嗯，《素地书》标准念素嘛，然后他这里说《出神仙传》，这才是答案。啊，他只说《出神仙传》，那人家知道是葛洪的，然后又附会成九卷，就现在早就没有九卷。那刚刚那个翻译的人也没讲那个《神仙传》的流传是怎么样。那还有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四库全书本》，我们先不急，我们先录这个。等一下再讲解，我们先，因为刚刚四库还没有讲完，哦，那四库的版本是什么呢？沿着这里继续推产，哦，继续研究。当然这个已经不是通识教育了，哦，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教大一国文了，哦，四库提要，据四库提要，哦，他就说，我们先看四库提要，可以知道它的版本是什么。哦，对，对不对？哦，我们当然要帮他整理一下，他可能问题也不大了，哦，考其版本，哦，是据四库提要考其版本源流。我们不会全部录了，啊，因为有这个，我们附网址就好。横等锦案神仙传十卷，进葛洪传，哦，
臣等因为四会全书钦定的，皇帝决定的、啊、皇帝制定，皇帝叫有学问的一些臣工他的大臣去编纂，你要有学问，你不识字没学问呢乱编一通，对不对？所以我研究那个风光方就是里头有学问的学者，当时的学者之一，所以也被也参与其中，其实所以他臣等景，这臣等带台的就是有名的纪晓岚、纪云先生啊，四股管臣的总裁官啊，就好像现在 CEO 总裁一样嘛，啊，总裁都这样来，裁是裁夺、裁判的意思啊，定夺做一个决断的啊，那个主官、主管啊，他连这个格式都对嘛，哦、啊，那么这个不用，我们不用动，臣等景那种标点就好，可是这个可以。加这个，让人家方便去点它。啊，神仙传这个道家类这个不用提要，啊，可以。那提要这里可以加星，啊，因为它是这本书里头的提要。啊，那这就可以有一个那个，好，臣等景案神仙传这本书有十卷，啊，十卷就类似十个章节了啊。晋朝的苟洪传，那东晋的人，不是西晋。西晋统一中有东晋又分裂了哦。这句号，接下来介绍这本书，是就这此书哦，是书就此书。据洪自序，据葛洪，那个洪当然不是洪水，有葛洪自序啊。盖、哦、这个盖就是这个盖啊、哦，一体字而已啊、哦，不同的形体。盖于抱朴子。哦、你看那个仆，它竟然是提手旁，其实应该是这个仆才对。这个仆是扑打，这叫行进而舞。他真的是写提手旁，还是他？所以这个抄的人不用心，竟然也没找，除非他有所本。当然也有可能古时候的人家都要混用，可是真正的要的仆是仆素的意思嘛，就是仆嘛。啊、哦，一体字怎么会变这个扑打去打人的、啊、抱仆怎么又抱又扑嘛不通？抱仆就抱仆守贞嘛。啊、就像我守贞抱就是守嘛，仆就是贞嘛，啊、抱仆子就守贞子嘛，抱贞子。至于啊，秩序盖于抱仆子内篇继承，抱仆子有分内外篇啊，所以这也是内篇继承之后，因其弟子腾生，他有学生，弟子就学生姓腾名生了啊，这个姓问仙人有无而作。所以谁不会有怀疑啊？弟子也会怀疑，真的有仙人吗？所以他录以真性嘛，真的有。那你怀疑啊？你们这编小说，那、啊、怎么办？那、啊、你凭什么相信现在历史记录是真实、欸？那你只要这样的话，永远反正都是假的了，对不对？以前没有这种影音记录，那只有凭记录口那个文笔记录啦。只要你都抱着一个啊，人家爱编故事。你以为这个藤生是白痴吗？对吧？老是胡乱他乐心，啊，真的啊，那么多白痴，那么多迷信的人，只有你不迷信。嗯，所录而所记录的录，其实这个录他不一定要写这个一体字啊。哇、哦，他还是写这个没错。啊，所录也，这个所就是指抱朴子这一本书录，所以你可以翻成录的，也可以。他这本书记录的人，记录的事迹。所以这个是得人得事迹也对，应该这个是代名词比较对、哦、不是那个强调用法。所录就是记录的事迹或记录的，这里后面是写人嘛，所以记录的人总共有是省略，对不对？你去看我们《九阳神功》省略里头，《天字还原》里头就会省略什么有字。对不对？有在这啊，没错吧？所以你读书的时候发现的一些可以归纳起来，那哪一天碰到问题，反正又不是考试，你再看看，哎，真的以前有记下来，表示这个字，如果添的话，可能是合法添加物，对不对？因为它原文常常省略，那也凡有，你这不加有，你要怎么翻成白话？一定是有这个字嘛，它省略而已。啊，凡是总共有84人，那序啊，葛洪写这个序，一本书的序，序里头称。所以我们可以加篇名哈，序称秦大夫，对不起，秦大夫啊，前面讲过阮昌有没有？他刚刚也是简化者，所记录的凡数百人啊，记录的有数百人，刘向
写的又七十一人。现在，所以今是现在，现在我葛洪又抄录收集古的先人先，这不能，你要读人其实也可以啊、哦。这个其实是语助词了，古之先就古先嘛，就是古先人，所以这个者其实是没有意思的啊、哦。先就可以表示先人呐、啊，它本身就有人不是吗？啊，先其实就是人呐、啊。哦，你翻成白话版就先人，先就可以直接翻先人，就不要者。就这个只是，或者你说这个者除了语助词之外，就是一个强调用法，成仙的这些人。哦，所以这个者还可以通这嘛。我们之前都讲过，他就可以这样翻：古时候成仙的这些人啊，古时候这些仙人，有点倒叙这样读啊。那字可以读成的或者省略当语助都可以啊。有没有那个字古仙者也可以嘛？古之仙者都可以啊。今夫超级古之仙者，见于这个，或者你仙者读成仙人，其实也可以，就好像记者，只不过记者通常那个仙。是记者、死者、亡者，前面是不是动词？那你要说这个仙原来是名词，仙人转品做动词也可以啊。成仙的意思，成仙的人，对，古时候的成仙的人，对，哎，这样也不错，对。所以你看，哪有只有一种读法？可是读的意思大同小异，甚至完全一样。见于《仙经·福录》啊，就道教、道家他们的仙。人榜里头或经典，还有福，福应该是福禄啦，我应该没弄错。5:44，福时方百家之书哦，所以这里是顿号没错。见于《仙经》，福时方百家之书，福时叫福时一些仙丹妙药啊，对不对？福时服用嘛。哦、我们现在还讲服药，对不对？服就是食用、哦、吃的意思。服食方百家之书，先师除了这些记载之外，还有之前的老师说的，对吧？说的这个所就是的说的故事或者说的传说。那其如就老生宿儒啊，其如就年长的儒者所论。讨论的，所论就是讨论的，以为实践，就他收集这些，还有之前的老师，之前有学问的人说的，或者年纪长的儒者，或者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说的都可以、哦、以为实，这以为就类似成为，用这些资料成为的意思，有没有？这些资料是天资还原省略，所以这个以还是用，用这些前面所列的资料成为了或写成了实卷。就是现在这个十卷本的神仙传，可是你看四库全书本并没有太平广记录的那个，可见版本流传里头的过程中有出现一些不同的文字，所以简称译文、哦、不同文字又称，大概就序里头葛洪又称啊，称就说嘛，又提到刘向述的刘向所述书胜简略，来很好。哎，林三梅，今天上课我们才同学才讲错这个，对不对？我才教，可惜我们现在没有上课时进秀了，真的蛮可惜的。我都希望同学自告奋勇说，我们还要时进秀、时进录多好。同学就把这个书读错嘛，他甚至把难都读成难了，那书就讲解不出来了，跟那个书一样非常。书是不是就特殊？特殊就不是平常的，就叫非常。所以书都有 very 甚，甚至的甚、哦、非常就甚。所以书甚是同义副词，书就是甚，就是非常非常的。讲两遍，讲两遍是重复嘛？啊，那个讲错的同学，那女同学很棒，她是怎样？她说这个是重复强调，对，完全正确。上密讲两次毕，就表示哇，死了无一幸免。没有侥幸存活的，很好。那这个除了重复强调之外，再来就是上是指人，毙是指畜生。因为毙的话，我们说枪毙把你毙了，暴毙都是有不好的，不好的不会拿来形容人类嘛，人比较高等高尚，对不对？那畜生比较低贱，所以毙对应畜，上对应人。我们也讲过生对位置，这也是
相关字。所以同学也发现，我还没发现这个，你自己看，我们其实实际上没有提到上臂是强调，是教学相长，你们怎么会输给老师呢？来学就学这样，只要教你们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完全教育失败嘛。全天下只有至少了，不敢说只有、哦、至少有这两种人，一定希望你们比他好，就是正常的，当然变态的不论，老师和父母嘛，或者你的亲人的尊长，不光父母、哦、我想你的长辈，当然伯伯叔叔有时候不一定 哦可是亲的直系的长辈大概都是你爷爷奶奶曾祖父，应该不会觉得希望你要比他差嘛，那何必把你生出来，对吧？当然，所以才用那句俗话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嘛。嗯，啊，怎么会扯到这我都忘了。嗯，哦，讲到教学相长的呗。所以你看啊，所以很棒。今年还啊有点可惜，可是没什么好可惜，延期延面。因为我今年我还是有忐忑不安，叫硬叫他们上台讲，这样他们如果给我罢工或者讲的不好怎么办，或进度问题。结果就像叫他们买课本，那时候我还不放心跟他们去那个出版社那里，那出版社的那个职员还是老师就跟我讲啊，老师你不要那么担心啊，他们现在都大了啦，孩子，对啊，我那时候才放手给他们，真的也没出什么大事。后来只有去年有一个买了课本人不见了，好像就是我们这一届嘛、哦、应该对我们这一届，那么我当然不会叫班带贴嘛，因为我们选班带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可是那个班带自己弄了一团乱，所以我说惩罚性，一本一百多我帮你垫，好像八十几还是一百我忘了，剩下那几十块就等于只是处罚，因为他没有办把事情办好、嗯、可能也不用怕亏你多少钱、嗯、大亏我会帮你垫、嗯、因为只是一本课本嘛、嗯、就惩罚性给那个班带，因为他真的办得不好，你看别的班都没有出这个事，他们办得弄到最后里里啦啦、嗯、没做事能力有点问题、嗯不是光惩罚他，因为班带在我的班带是有特权的，他有免死金牌。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大家都陌生嘛，刚来读大学，我说有没有志愿啊？你看他志愿，连我都不一定敢、欸、我如果是学生，大家都认识不认识我，要去收钱帮他买书，这要多大的勇气，还有那种热忱，对吧？我们是奖励资格，所以你不会读书我都让你过，你不及格我都让你及格，因为。那么主动的孩子，对不对？即使不会读书，我想也以后也不会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嘛，对不对？对社会也不会是有什么负担，甚至还可贡献，那何必阻拦他？那他国文不好，不表示他不行嘛，对不对？他有别科啊，啊、嗯，我是敢这样，而且只有一个名额嘛，哦、嗯，而且是公众对的全班讲的，我想没人。所以到现在教学意见，你看讲的那么难听，有没有人说不公平？班带可以躺着过？没有，这就叫民意，对吧？民意也支持，从来没看到，或者看到那么多，也许有我漏掉。还有我那个教学意见调查，今天还有一个同学关心说：“哎，老师，你那个是不是登录才能？”我说：“对呀、啊，啊，因为他看我们实际上有录到，他说有些写的太过分，你看，所以什么样的学生都有嘛，所以声音不是只有一面的，就好像台湾对不对？也是啊，有民进党，有国民党，有绿的、蓝的，甚至红的，还是什么的、黄的，管他。”是不是这才是真相嘛？不要一面倒，乡人皆好之或乡人皆恶之，那种 gay 粉饰太平或粉饰灾难，对不对？都不好，不要走极端，这就是佛教，我们不要边见，要持中道，对不对？中道而行，那个儒家也是教我们中庸嘛。都忘记有什么扯到这了，反正随性啊、哦。很棒啊、哦！我闲聊，再来啊！那个正经话不讲，讲那么多，我的朋友，所以你就知道，你自己对照之前的实境秀还是有顾忌的，现在才是原形毕露啊！所以你就知道我已经很节制了，因为毕竟那时候还是老师嘛，不能成，因为毕竟可能虽然我。是主要不是录给学生，是录给我要求我们国弟子增加自己国文解读能力、嗯、可是我想第一次第一回接触的毕竟还是我学生嘛、哦、对，还是当然我也希望他们多学一点，惹人家反感当然就是那个，就尽量节制了、哦、那现在你就知道可以扯成怎么样。我们要讲的是那个嘛，就现在忘记要讲什么、嗯、倒带就一定知道，可是当然现在不能倒带，因为是看这个才引起的，嗯，我肯定要回去这里才知道。
对嘛，就是这个书嘛，我就一直挂碍有一个字，然后再讲到这个，他们也很优秀嘛，对，学生普照。哦，所以你看有出范文了，那都说我还扯一大堆，刚才想说得道多助佛菩萨，对不对？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吧？那这个书就是这个书嘛，书圣，他这里反而圣不省略，他讲两次强调，非常的简单而且省略。略是这个略，上下写左右学不同，一体字而已。而自谓此传这一本神仙传有异于相、哦、有超过欲，我们说韩愈是因为太超过所以要退之，对不对？对、哦、有超过一个过，愚就类似过了、哦、一个介系词。超过谁？因为超不能做及物动词，只有当超过的时候、哦、所以要加个过。当然你也可以说欲就是超过了。啊、超过余相、啊、这个余就是除了介系词还有点语助词的感觉，可有可无了，对不对、啊、一般比较合法文法的应该是说这是介系词，这就 不及物动词、啊过就类似介系词，超是动词、啊、超过了，超过流向、啊、像别忘了、啊、因为前面有流向，它这里就是有一个向，你不要想到方向或向哪里去啊。啊今考其书，那现在呢？考其书谁考？考是考证、考据，清代考据学最深，所以这四库管程他编《四库全书》的时候，考他的书，这个他是葛洪、啊、所以他说他自己称自己这一本《神仙传》有超过刘向的《列仙传》的地方，可是现在我考核他的说法，考核他写的这本书，只有荣成。公彭祖二条，你只有荣成公和彭祖这两条故事与列仙传重出，余皆卜相所未在、哦、所以今考其书好像是证明他的说法没错了、哦、因为不能光听葛洪自己怎么说，老王没过考其书，哎，荣成子和彭祖这两条是跟列仙传，列仙传是刘向编的嘛、哦、这是重出重复出现，这是重复的，其余的其他的都是去增补增加补充流向，未就是没嘛，没有记载的叫所未在，所以你看所都是的有代名词，这里都是代名词，未在在就没有记载，未有人没嘛，前面讲过发音的问题，对不对？通假字嘛，你看这个念妹跟没有的没是发音很像，妹妹妹妹讲过声调不重要，对啊，和这个妹妹妹妹正妹的妹右边是念未呢，未来的未啊，你有没有发现声音变化？所以未其实就没是这样来的哦。那其中就是他的书里面啊、哦，里面的中嘛，如皇帝之见广成子，如敖之欲若是，应该是这样断。那我们不知道。这个我是学过，这当然智慧专有名词了。你说我怎么知道是这样转？你也可能不是这样，但甚至你弱还读成了别的，这里是专有名词。这当然要基本功夫，就十全大补完嘛，专业知识那个、专业知识按专有名词的问题了，对不对？哦，专业知识。因为时间问题、哦、我也不想拖太久就啊，兼庄周之预言、哦、他是说他这里头的皇帝，所以他前面有庶儒，这个庄就类似前面讲的庶齐，对不起，齐儒或者先师啊，庄周庄子是他们的前辈嘛，庄子说了他就把它记载下，那问题是庄子可能是预言、啊、不是记载历史真实，他把它当成人家原来是文学语言，他把它当科学报告来记录，当然就有问题了，人家也许原来是编的故事，你以为真有这个人啊，是不是？反正庄子周知道什么叫预言，预那个道理在他言说里头，他只是假借有这个事嘛，想要借这些人物登场演一出戏来表达他想传播的思想或见解，并不是真的，这个庄是一体字、哦、庄周就庄子庄生、啊、也可以讲学生的生、啊、都是庄周的预言，不过鸿蒙云降之类未尝实有其人，对不对？他录的这些其实什么叫鸿蒙云降，那猜也知道，就像类似子虚乌有嘛，那这刚好趁这个机会我也学，我也第一次碰到这个词汇，那
这知道叫这一类的人啊之类，这个字是念的的类，不过鸿蒙云象的类别，或者你要读这也可以，因为字也可以当这之后就是此后嘛，啊之类这一类的之类就这一类。未尝实有其人，真实也有其人，实就科学语言嘛，真的有这样人，其实原来是文学语言假借的，所以叫预言。有其人就是那个人，其实那个啊，那个就是像皇帝啊，或者也王者，当然皇帝有其人，可是王成子可能是庄子虚构的人物。那淮南王刘安谋反自杀啊，所以这里是反驳这个葛洪。学生问你有没有神仙，人家是问，当然是问科学，所以我才说他学生哪是那么明显。你这个老师才奇怪了，你没有确定那是真实的，你怎么？可是来了，问题来，四库管成，或我们一般觉得庄子这是预言，除非庄子他自己承认说我这个是编的。万一他 是有所本呢？万万一呢？我们不要说万一，万万一呢？所以什么不要有绝对，因为我们不是当时的人，除非你有绝对的证据。我们很多也是传说的证据啊，你怎么知道他是预言？庄子说预言就是言，也许他这句话，我说我这个预言，他就像我们有时候骂人，明明是很认真说啊，我开玩笑的啦，哦，你还真以为他在开玩笑，对不对？一样道理啊，真话也可能用假话来伪装，假话当然也可能用真话来伪装嘛。就这个都要实事求是，不要一竿子打哦。那鸿蒙大概就是类似这个混沌，混沌未开哦这种意思。我知道的是这样啊，当然查一下词典。那云将是什么？那连鸿蒙竟然都没有。五天回家啦，准备走了。哦哦，原来要扫水部的。所以都字形结构怎样换部首，对不对？鸿蒙宇宙形成，你看嘛，我在说混沌没错。那云江东游，所以他你看，而四朝鸿蒙，这就是鸿蒙云江的意思，对啊。所以其实云江东游，它断句其实是云东游啦，啊，云江要东游，然后过。那当然你可以断成云江往东边游玩，往东边走过。也可以，那照字库完成，他这样可能是这样断，再来也可能他是取一个成语，原文可能是这样读“云江东游”，可是他要断成“云江”，哦，好像将军一样一个人，对不对？刚好是出自庄子在，啊，很好，这一查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庄子的预言，不是真有其人，他还真以为有鸿蒙或者云将这种人，或者云这种，他可以可能只是假借。借着这个天上的白云来虚构一些人物，所以他未曾真的就是有那些人。那淮南王刘安这个西汉的那个诸侯王，那么他们西汉王朝姓刘嘛，哦，刘家呢谋反自杀，李少君病死，据载史记，标准念载啊，记载史记汉书，一时无登仙之事。啊，所以淮南王刘安谋反自宰，就据载就完整的记录就在啊，那个记录在的在存在的在是省略的啊，那天之还原啊，你看那个在常常省略，这完整记录就叫据载啊，记录在存在的在那个在是省略的，听回来，在《史记》和《汉书》这两本书，这个正史信史，大家值得相信的历史。哦，这一般公认没有问题的，对，那也没有这个意义，除了也之外也有强调意思，我们讲到不亦乐乎就强调用法，也真的是，所以你可以翻成也真的真的就实嘛，没有就无登仙之事，谁登仙，登仙是动词，谁成仙啊，登上 天庭天上去成仙，当然是指淮南王和李少君这两个人，就这两个竟然都变成神仙传里头的人物了，明明都死掉了，一个是病死，一个被杀了，哦，一个是自杀，哦，自杀以后成仙了，那这样还需要 修成仙吗？那我们自杀比较快，自杀就可以成仙了，生病也可以成仙了，还能辛苦炼长生不老药炼丹啊，红一盖，这个盖也是字形结构，调一下位置你就知道，对不对？把木写在下面是这个字，把木写在左边就一概而论嘛，哦，一概。
这盖我就不细说，之前要谈过，盖是一个量米的那个工具。你那个米如果倒满之后，它是不会尖尖的凸起来，那用一个木棒把它刮上去，这样米才刚刚好满容器嘛，不能赔本卖嘛，是这样，就叫一盖。可它不会很精细，反正就刮过去就大概就这样满了，这叫一盖。所以后来一盖就大约，啊，可是不会差太多，啊，才能叫一盖。这个红当然不是洪水，是葛洪的洪，对，姓葛名洪嘛，编这个神仙传这不是一盖登录记载。那未免呢，不能免于怎样赴会，哦，真的是赴会小说了，哦，这会是开会的会一样一体字，这赴会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了，附着然后会议吗，嗯，会会合集合会在一起，哦，把什么相关的拉扯进来可能就是赴会，因为现在白话都讲赴会大家都知道嘛，可是一样你看我一时解释不出来表示我赴会也没有真正懂懂吗，所以我这也残留我的遗迹，大家都是这样学过，可是这是错的。你有空或者你应该也要把这每个字动懂，你才敢说我懂附会是什么，懂吗？以后没有每个字动懂，不要说你懂，你才知道你的国文程度哪里要加强，你自然可以补不足，程度也可以提升。啊，那未免也是白，这几乎是白话文的，对不对？没有，这什么到底什么叫文言白话？这不就文白加商啊？他可以写在文绉绉一点吗？干嘛用文白话的未免附会？其实那不是白话，它本来就文言，是我们白话怎么用文言？那奇怪，反过来反而怪人家太白话，懂吗？其实是白话常常用文言的东西，像那个于是，好像前面我们才碰过嘛，明明是文言的东西，然后都是白话文的，小学生都会用于是，啊，喧宾夺主，莫此为甚。所以真的，我学佛那么为什么那么奇迹？太多，你太明显，真的是颠倒梦想啊！啊，其别的都不要讲了，啊，是不是？嗯，哎，这边写啊，鸿蒙云降啊，这不刚好？下一次碰到，这就在累积什么？像刚刚庄子鸿蒙云降这个嘛，补一补嘛，像吃大补丸一样，对不对？赶快补一下典故嘛，因为它出自庄子这本书有这个故事啊。这典故顺便讲一下，什么叫典，什么叫故？我刚刚不是在说你要真正。懂每个字意思才是敢说我知道典故，你看我也知道典故，你也知道典故，那我问你什么叫典，就是书嘛，故事，故事就旧事，有没有？故事旧，就书里头记载的旧事就叫典故，懂了吗？那典除了书之外也含有什么经典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奉为圭臬或流传大家都接受的一种说法，所以他为什么不直接讲故事要说典故，这典就有点经典大家都公认的意思啊，就是大家都通用用这个，你像嫦娥，大家都是公认或通用用了，你就该知道是什么。所以他为什么用典，懂不懂？不干脆用故事，就更白话就好，就是这样啊。那用典一项就是用典故的省略词啊。那用典不是用书啊，你要翻成用书也可以，它其实就用典故，用书上的故事，故事故事旧事啊，故旧旧的不是新的，以前发生的事。好，这个好了，这也可以关了。蜈蚣啊，因为我们都有做那个连结了嘛，所以这应该没有问题。啊，这里还没谈到它版本呢，啊，正好我们这里到告一段落。啊，未免付费，至于说啊，或者说甚至说，未就是说嘛，啊，言字旁。甚至说许由朝府，啊，就是在他神至神仙传进，甚至有这种说法，甚至说许由和朝府，这当然都是专业专有名词、专业知识了啊。服鸡山之石，这个服就服药，硫磺丹，今在中岳中山，啊，你看。他甚至说了许由和曹府这两个神仙怎么样服用了鸡山石，这可能是这样，鸡山石和硫磺丸，或者你连着练鸡山石硫磺做的丹，因为这个硫磺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硫磺，以前哦，人练那个长生不老的那个药，诶，硫磺难道不是这样打吗？对吗？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硫磺，就是地热谷或者那个
温泉的，有没有那个哦？有没有硫磺？事情结果换部首而已哦。所以他扶基山的基山这里头石头，然后硫磺做成的丹，长生不了丹。金就现在还存在，这活着的意思，存在的在。金在中岳山中，中岳中山呐、啊，哦，金在中岳中山。那中岳中山可能专有名词，可能是中岳，就是这个中岳，嵩山少林寺的嵩山。对，可能是这个中岳，那也可能是中，有一座山叫中岳中山，明白？那中山也是地名嘛，以前有个中山国，哦，不要以为只是孙中山，哦，反正就现在还在这个啥，所以这个四库管城的编四库的这个清朝大臣就说。他就考据说，他的研究讨论说，如若两人就是许攸和曹府这两个，这个要念府啊，不是父，他父亲才念父，这里是念杜甫的甫，尊称人家啊、哦、有德性或年长的老者啊、哦、都念府啊、哦、尊称他，因为他不是真的伯父叔父辈嘛，所以念府去做区别。可是他字却用伯父叔父这个父，就好像对。爸爸或伯父或者祖先这样敬尊敬他的意思，那他念甫是为了跟那个父亲那个血亲这种区别，所以念甫。如果许攸、曹甫这两个人在葛洪他们晋朝的时候还存在的话，你看存就是对应这个在，啊，那存就生存嘛，还活着，生存着，啊，还就上，晋别忘了，待会儿说葛洪是晋时人，啊。东晋时人就跟陶渊明大概同时代的、哦、那鸿目睹而祭之者尤为虚、哦、但尤为虚胆，这断句断头，然后汉书、哦、所以他说，甚至葛洪这本神仙传里头记载许攸、曹甫服的这个长生不老丹之后现在还活着、哦、在这里、哦，若二人进神，这个若就不是如果了哦。我刚刚读如果是不错，为什么上下人说了？这应该读成什么？也有若的，也是若这个字，仿佛、仿若、仿佛好像，所以这个若是好像，好像两这两个人在葛洪他们东晋的时候还存在，而且是葛洪他目睹而记之的啊，这一种情形。所以他这个是一起读的，好像两个人进食在葛洪目睹，而且好像是他亲眼看到哦，真的进在这个，所以是他是骂那个葛洪，特别尤为就特别是、哦、太过分的太啊、哦，就有嘛，尤其就特突出嘛，太怎么样，太虚诞，那我也是是的意思，太是虚诞，太过分了，真是虚诞的意思，就我也是是的意思。天下为公的为，天下是公家的。那虚是虚妄的啊，虚构的，荒诞不经的、啊、那这当然又来了，还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如果万一葛洪讲实话，要么就是他说谎，人品都有问题。会说谎的能够成仙吗？对不对？那谁要修炼嘛？我们多说谎，可能神通越强，以后做大仙的。所以这里头还有的讨论，好不好？有真有科学，就不要哦。你要注意这一种论述，它背后的隐含就希望把你拉在人道的现实嘛。他不希望你处理人道，不是吗？你只要想想，这个叫万万万一，葛洪讲的是真的呢。四库传承现在也死了，凭什么你要相信四库传承的话？你要注意，我现在问你的问题。对不对？所以你才不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嘛！不要人家是大咖的或有名的，讲的都是对的，自己永远要有那种虚心或求真的精神。慢慢，你看我们现在读的不就是在做这个事给你看，表演给你。假如我们前面不这样虚心求真的话，人家讲什么，我们不是就是跟着拉着鼻子走吗？对不对？血淋淋，这个等一下也要谈到一下，血淋淋的证据就是展示在你眼前。这一段句也要断对哦，这是现在通常书名跟篇名这样标点哦。《后汉书》里头有一个方术传，记载胡公祭子
训刘根左慈干使封君打诸人以多与此书相符、哦、这是说后汉书方术传里头方术前面讲过方式对不对很有办法很有方法很有法式术的一个修道人那这里术就法术嘛方就方法一样、哦、所以方术其实就法术之类的、哦、很擅长于法术道术的一些人的传记、哦、就方术他就记载胡公季子，这我不知道怎么断，可能是季子训嘛，刘根对不对？你看这种也要怎么看？左丘明嘛，左传春秋，所以我将断干可能是姓干使啊，封君可能或者干使封君打，那这怎么办呢？要这样去查，参考人家的断句，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哦、因为你没读过原书，根本不知道。你看封君打，哎呦，竟然还被我们瞄对。因为他有目录嘛，对不对？哎呀，我真笨了。对啊，前面有目录啊。对不对？广成子、封君打。这个封君，你看李少勋刚刚提到，对不对？明明是病死的他，那淮阳王是被畏罪自杀的，你给他写成神监哈哈。我跟你讲，等到你清朝四顾管城来骂他吗？哎，当时人都死掉了吗？当时的人更知道淮阳王是怎么死的吗？应该嘛，照常理。难道后来人才知道？当然有些事情是后来人比较懂真相哦。当时反正。反而被蒙在鼓里，小像危机解密嘛。当时国家机密或者资讯不发达，你不知道，后来挖出什么东西出土了，反而清楚，也有可能嘛。可是赵昌立讲，尤其这个是一个亲王，一个诸侯，他怎么死？一般人尤其有读过书，尤其以前读书人那么少，什么不知道哎、欸？尤其这个也不是什么达官显，是一个被国君宠幸的一个方术。可是我想，不过难讲，也许那时候权倾一时，对谁知？难道不知道他怎么死的？那怎么他还敢写进来？那太滑稽了吗？还是后来人要陷害他，乱抽一些人进来？对不对？这都很难讲的。就好像最近常立老和尚不是常常批评说，《大藏经》不能去读啊，因为里头很多可能外道为了污蔑佛教，掺了一大堆无为不为进来啊、哦，有的没有的进来。巴利文佛真正佛陀及弟子们一生的故事唉好了要走了还读不完那么这里就知道怎么断句了嘛其实好玩对不对你们也见证到了唉就还是中国哲学书这里嘛那我们这个断句又没错啊检查一下对不对在胡公这个当然我们读了季子训真的是这样，然后葛洪左慈对不对？不是葛洪，刘根对，干死有都有，封君的，所以你看 Google 真的很厉害啊、哦，它一个词本位就把全都给你标出来，因为我们中间都有空段顿号，它应该知道的是要区别、哦、所以你不要觉得电脑好厉害，所以现在有 AI 人工智慧的。真的懂电脑绝对不会觉得电脑很神其实还不都一些逻辑判断在后面算计算你只要是哪一行程式忽略到了再来出 bug 就出现 bug、哦、BUG 然后再来出 bug 这样怎么会神呢还不是人脑搞出来、哦、那就用逻辑只不过电脑就是比人精确不绝对不会犯错因为 犯错它一定会当机那么人有时候精神不好可能就眼花或者诸人以多与此书相符此书当然这本书就是葛洪那个神仙传那神仙传在出于的后汉书后汉书好像是范晔写的嘛范晔是诶不对啊后汉书比他晚、欸、对不对后汉书宋朝南朝宋的范晔写的吧除非这个是近司马彪对啊南朝宋啊
列传他写的嘛。那葛洪是晋呢，晋国亡了之后才有宋齐两省，所以后汉书在神仙传后面啊，所以说以多与此书相符，所以后汉书的方术传大概都是抄自葛洪的神仙传，以其意据旧文，不敬魏传啊。那他是怀疑说，其实照一般来讲的话，后汉书比较晚，应该是后汉书抄神仙传嘛。那结果事故缓成，你看他怀疑他是，就是说葛洪虽然那么荒诞，怀疑葛洪也是根据旧文，所以跟宋朝的范晔写后汉书的时候根据的旧文一样，所以内容差不多，不尽是作假的来书写啊，魏传就写假的书了啊，假的传说。意思就是不管范，他可能是跟从那个现象范晔的后汉书跟葛洪自己编的神仙传两个不同人写不同时代写的，为什么内容一样，所以他忽略掉了后汉书可能是抄袭自或取材自神仙传，有可能啊，因为他在葛洪之后啊，这个神仙传完成之后，那这个反而呼应了我们刚刚谈的那个问题嘛，你不要动不动的说人家是假的，也许他是有所据的。旧文前面才提新旧，对不对？就是用典的那个典嘛，典故嘛，典故的故，故文旧文之前的人记，又流传既久，遂为故史。所以他说，也许不是他们编《后汉书》或者《神仙传》这两位先生杜撰，魏传就杜撰嘛。现在白话是讲杜撰，其实杜撰还比魏传更不白话，对不对？杜什么意思？杜绝吗？绝对不是嘛。我也很好奇，杜是什么意思？杜有作假吗？杜撰的杜是什么意思？应该有典故，也许一个姓杜的传，所以后来引申变凭空杜撰。看吧，所以你看杜绝不通嘛，原来有用典，唉，菩萨保佑啊，所以随便你们啊，真的有败有保庇嘛。你们看，又一个石敬秀秀给你看，因为刚刚就杜绝，你看刚刚查字典有没有别的意思啊？不通，杜绝传是著作嘛？什么叫杜绝著作？就是不要著作，那怎么通？那就想那个杜可能是某个人姓，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典故是因为某个人后来成了一个故事，那就用他的名字或姓来流传，一时想不到什么。像我们现在说包青天，包青天呐、啊，这个青天不是人名吗？跟包是他的姓法一样。那假如你没听过包拯这个人，怎么听不懂？你想到包子馒头，是不是？对啊，那杜撰就是怎样？不是杜青天，他是杜牧，姓杜名牧，宋代。原来是多不合格啊、因为要合格律嘛，要合一定的格式啊、就成杜撰，就乱自己随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后来成。他原来是有典故，宋朝以前没有这个词汇的。哎呀，谢谢，这可能也是我残留的记忆啦。好像对，因为可跌倒过一次嘛，印象很深刻。可是现在就几乎完全模糊了。还好刚刚没漏气，可是也因此，石敬秀给你看，我怎么还没查字典的人去推测他可能的答案，对不对？结果果然如我所测，那就是你看到的不可思议了。所以哦啊。这就不要再多说了啊！你们自己去好好去领悟嘛。我等一下还要去听堂里老和尚领悟啊，对不对？7:30开始，我就播给大家好几次啊。108年度正德开山和尚上城下律。好，对不对？所以不一定是魏传或杜传，又流传已久，这个我们用分号又，因为这个可能依据旧文，以前的人就这种说法，而且以前的人到。范晔、或者到稍早的这个葛洪那流传了很久，这一记就已经前面学过已经很久，对不对？于是啊又来了，你看律法师，我们有离开课文在讲课吗？今天因为今天上课才讲到嘛，同学又不懂，所以那、同学还不知道，他还念成竹了，我就说这有两撇，人家有胡子的，你怎么给他砍掉？这不是俗的碎，杀人未遂的碎。
哦，所以你看多好，今天上课才提的。于是成为巨富，它这里是什么？于是成为故事，就典故的故，对不对？实就是好像真实的事啊、哦。我们说落人口实啊、哦，好像变真实了。人家说假的传久了也变真的啊、哦。比如说有人说这个人很假，修行很假。可是净空老法师有一次回答也对了，一个人假如假了一辈子，你能说他真？你能说他假吗？那他就是真的嘛？啊、哦，是不是？假了一辈子跟真的有修行，真的是这样的人有什么两样？我没办法分啊。当然，假如他死后的原凭毕露，那是死后的。我是说在也生前我们看到，对不对？哦，这什么叫真，什么叫假，这都很，所以哲学也在探讨这个问题，并没有答案呢，还没找到啊！不要以为哲学史那么长，现在有结论了。只有这些母家干才觉得自己全知道全世界全宇宙了，是吧？那这个故多好，我们刚才讨论第十招用典，故什么意思？这里就不要多加解释，就刚刚已经解了，哦，就成为了典故的意思。那历代词人转乡。沿用转，我们前面学过的更相沿用，对不对？转等于更等于什么？在，对不对？或者是负。自己看我们哇，这一课谈那个，所以真的得道多助啊，拜托，对不对？啊，所以那你也可以辗转流传呐、啊。你要单字想副词是辗转，对不对？也对了啊，辗转流传啊，相的互相沿用沿袭。啊，运用，然后用这些，你看这两个字是不是用故就用典嘛？用典故啊，用典的用，历这个历是一体字啦啊。再复习一下这个字怎么念，我的学生一定要会念了啊。历安药局，你看历安药，你看我们刚刚打历还有别的关键字哎、欸，你看都是现代人。还有人问历怎么念，历心理馆你就会念历馆，你看这个还 booking 高雄，对不对？人性本怎么样、哦、用这些怪字啊，考人家会不会念？那、啊、你现在知道哦，原来它就是历史的历里头嘛，你自己看是不是历史的历中间是不是就是这两盒啊，左边这个呢，它就鹅变成了两个木头，对不对？啊，真正应该是两个稻禾嘛。啊、嗯，所以这是一体字，因为不懂的人写，哦，以为形体像，有些立体字就没水准了，或者他想简化字，就写这样了。像四库管成也是啊，他想少写两撇，他就写成木嘛，对不对？你看这个立。啊，历对不对？他就写这个历。嗯，那历代的词人转相沿用，啊，互相都在沿袭用这个典故，就不必啦，不必，不需要，啊，必须啊，不必须，一个一个去合其真伪了，啊，因为文学语言也好，科学语言它混难了，而且你讨论它是真还假，也没有，你又不是修神仙术的话，没有实际的必要。你就把它都当成一种故事或典故的人物来用就好，就好像刘密后与诗立业，大家也这样用啊。你管他真有其人，假有其人，梁山伯祝英台，对不对？哦，你要管他真有其人，真有其事，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不也不会障碍人家，还是以后要歌颂爱情，还是谈刘密后祝立业或梁山伯祝英台。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其实就是他们的真伪。到底这些人是真的假的虚构的、啊、朱家著录皆作实卷，朱家是指在四库编四库全书四库管成乾隆皇帝编四库全书之前各种各家著录就登记记录在他们的藏书簿里头，会有一个目录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到线上图书馆去查书目，那个就是目录，那他会记录我在图书馆或我自己有收藏哪些书，这那个记录就叫著录，那都记录他们收藏的这个神仙传有十卷十个章节那么多，那与经本和、哦、这种说法和现在的本子版本相吻合、啊、只是呢随书经籍是经本，当然就是四库管成他们录的那一本四库全书收的那一本，
那隋书隋朝的历史叫隋书、哦、里头有一篇叫荆棘志，称为葛洪列仙传、哦、大家都叫神仙传，可是在隋书荆棘志却称呼作为就是作称这本书叫做葛洪列仙传、哦、葛洪有列仙传，那书名就跟刘向一样了、啊哦、那齐名徒弟隋书荆棘，这个齐代名的代，隋书荆棘志，他记载的这个书名、哦、这本书的书名独独跟别人不同，对不对？他单独大家都叫神仙传，他叫列仙传，所以不同。那他就四库管仲在去考究啊研究新旧唐书、哦、就可以这样标，有新唐书有旧唐书、哦、他去考核新旧唐书怎么谈这个神仙传呢，因为他这里提要就是提对神仙传这一本书做的一本种研究嘛，所以他会把历朝历代的说法、啊、拿出来讨论，现在讨论到了新旧唐书了，并作葛洪神仙传、嗯、新旧唐书记录这本书都叫葛洪神仙传，不叫列仙传，所以他现在是考定这个书名到底是神仙传还是列仙传，差一个字、哦、知今本隋志，隋书这省略前面的隋书荆棘志，所以我这样标，所以知道现在流传的版本的这个隋书荆棘志大概呈上列仙传赞之文，偶然误刊，非书有恶名也，这是四库管仲的推论、啊、因为新旧唐书都是记载这样，可是只有隋书荆棘志，隋书荆棘志隋书好像是唐朝人编，可是新旧唐书都是唐朝以后人编的嘞，哦、他的意思就是唐朝人记这个书是神仙传，可是唐朝人以后离唐朝人最近的五代编旧唐书，宋朝北宋欧阳修宋齐编新唐书的时候都是叫列仙传，那应该后来人不会去推翻前人嘛，可见这一本书流传应该还是叫 神仙传，不是列仙传，那谁知为什么会这样记录，大概就大也就是大概不敢确定、哦、呈上列仙传赞之文，那呈上你要去看隋书荆棘志的原文呢、啊？这个上是上文的意思，承接的上文列仙传，对列仙传的赞的文字偶然误刊、哦、对，他可能有一个赞叹的文字，我以前有一种书体叫赞文，那么每个史书后面会做一个论赞或论约或赞约，那个叫论赞的文字，因为上文有这个抄书的人可能眼花或习惯，前面这样写神仙传他就以为因为字之差就顺手就写这样，所以偶然的情况下不小心误刊，错误的刊刻出来了、哦、并行出版出来了，并不是，我加个并是强调用法而已、哦、非就不是这本神仙传或者葛洪编的这本书有两个名字啊、哦、啊有也。这本是毛靖所刊、哦、毛靖是明朝末年人，姓毛名靖，所刊就刊的、哦、就是说四库全书他们收的，因为他叫全省，不对不起，全国各省要把有的藏书好的本子要进奉到朝廷，让他们选最好的本子来收录到四库全书里头，懂了、哦、所以他说这个本子地方官传上来的本子是，也当然不一定都地方官传，有时候是京城的读书人给的，或者皇家本来就有藏的。那总之是上面交代下来，哦，这一本要收到四库全书，或者有几本，然后交这个大臣来研究一下，哦，研究这本书的这个大臣考定一下，研究一下，那他就讨论。这个版本呢，我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是前朝，就是明朝，他们是清朝刊的，你看这个所还是德嘛。是他刊的，不是别人出版的，是他出版。那我再也考究哎，再研究一下裴松之蜀志，蜀志啊，裴松之蜀志先祖传注，蜀志就是三国志啦，因为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是统称，它原来其实是蜀志、吴志和魏志嘛，三个国的志，所以叫三国志，所以它可以单独称这个是蜀志啊，就是关于。刘备他们那个国家，对不对？蜀汉的那个史书记录，那先祖就是刘备，他的传
里头的柱，对不起，这里还要再加一个，因为这是梅松裴松书的柱很有名嘛，哦，柱上对对《三国志》这本书做柱。那引里一旗一条无字，前面是蜀字，这里是无字，对啊，《世谢传》又来了，这也是要这样标点柱。引董奉一条，嗯，这当然加顿号或逗点啊。吴范，这不是说是什么？可能是一本书的《刘敦赵达传注》哦，这要留一下啊。这可能是吴字里头的吴范、刘达，可能是有很多人的一个传。嗯，到时候我们查一下，应该是这样的啊。因为他前面不提书了，所以我们改单钩啊，单钩就是篇名，引介相一条，并称葛洪所述。好，我们先读到这，我要准备出门了。现在是这里再讲一遍。好，阿弥陀佛，守斋戒多念佛了啊，去听佛陀一生的故事，希望有缘的众生也一起来共修了。当然，你们听到这，可能早就结束了。啊，这我们先那个，免得宕机的话就白做了啊，先给它储存。好，阿弥陀佛。有点赶了啊！阿弥陀佛，好，各位菩萨、各位朋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现在有点日月颠倒，半夜不睡觉，只是想把一些完成一下。教育部之前给他意见的，他的回应啊，沙文主义他已经调整了，中间没有空格。再来遇到系统检索问题，我忘记是什么事。啊，再来这个耿耿于怀，他已经送交专家去考核了，那好消息啊，那以后就不要再以讹传讹了啊。所以有我们看，我们几乎都倚重教育部，我们台湾中华民国教育部的这个规则点嘛，啊，这是我们能做的，不能所谓使用者付出，对不对？啊，不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之前。提几个事情，我们要回到哪里？上一次讲到这嘛，啊，事故提要这里，第一个讲那个正德逢堂，我们最近都去听长老法师开示佛陀一生真正的故事嘛。里头你看有我的，我有被找到，找到不少了。听课的有一幕是最棒的，大家小笑的好自然，真的非常好看。这就是比了，正好是穿我们学校的那个员工服，可是我不是专任的，没有这个衣服，是我姐姐是专任员工，那时候还在文化做职员。这件是她学校给她，然后我是兼任的嘛，没有。学校给他的，他才给我穿的。嗯，然后后面还有照到好几次。有一次那个笑得很自然，你们有兴趣再听吧。我用那个检索应该就找到 YouTube。然后就不细说了。那再来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我今天是在这个正德佛堂这个网页看到的，那我就给他留言了。尤其今天常立老法师说他那个有很多这个大护法想要来捐款给这个正德佛堂都被他挡出去了，讲得很激动，就我忍不住我第一次带头鼓掌。我给他打气，他好像有刻意瞄我这边一下啊，还是我自己做的心情。所以刻意就讲德不孤必有邻啊，因为我们也是慷慨激昂的啦啊。这家家有本难难念的经，行行的出状元，行行也都有行行的心酸呐，啊。还是自己行的正，做的好啊，就一交奉行。像净空老法师也是一路走来，对啊，只要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啦。不管我们是这的真的对的还是假的对，到时候是下地狱还是真的往生希望极乐世界，自己也欢喜嘛，因为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
我们再快速念一下啊。刚回到家，超级发现每次都收回满满欲罢不能。我是特别稍微看了一两次修饰一下，能听到不？这是我诚心的话，绝对不是说吹捧和去泼烂啊。说说，能听到不知是不知是几劫修来的福道啊，不听是几生僵尸的荒谬啊。天不生常绿，万古如长夜。这是我由衷想到的，不是说要巴结他说好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一样的道理，真的。常理老法师是真的是佛门的中流砥柱，中心健将应该是，他纠正了佛门很多的漏规漏习，或者成规成习都好了，我想他一定是有根据，当然我没有去研究，也只能仰信他。那也希望佛教真的能够好好的中心和发扬光大，真的依教如法的好好修行下去。上上下下是最恭敬的称呼，德不孤必有邻嘛，每次都打卡，确实嘛，你自己查我脸书，没有一次去没有打。可是我前面三天是缺课，因为那时候还在犹豫要不要去，你看，所以我在这里深切的忏悔，发露忏悔，损失了前三天，真的。而且有机缘再跟大家分享前三天我为什么不去，还是蛮不好的。那个脸书的直播中断了，我们调整一下，我暂停一下。阿弥陀佛，我们继续。对不起，刚刚那个脸书这个手机收你的实在很快，问题很多，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假如像上次一样一直坏的话，我们只好放弃，就不直播了。我也不能太晚睡啊，拼命看。我每天都希望不是我才能度彼岸，希望只有我绵薄之力啦，能拉几个来就拉几个，不是拉广告啊。反正元首你跟我一样有这个福报，有这个机缘就会来听，所以我后面也背书嘛。只是有缘，缘熟者几人也，近期在我，也只能近期在我，无尽悲怨。我确实每次都是端身正义，倾尽全部的精神，恭敬课文，得听妙法。印光大师印主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今晚常律老和尚也提到正法，是自恭敬师长中求来的。莫学无愧，尽力做到，收获自然成，如人饮水，发如心莲。每天的期待，每天的无厌不疲啊！每天的、每次的煞而富贵，对啊，有时候真的听，几乎每次都听到意犹未尽的时候啊，时间到，这绝对都不是夸饰啊！我们不需要作秀，却是余音尿郎，这都实话，绝对不是应酬话。启迪回荡，真的每次回来都有所醒思，有所成长。一再的教示我，不管是本师释尊还是老和尚，教示我们弟子即使是甚深的微妙了，原来也是应当要不要去执着它，不法执，法执就执着你所学到的法，而且又是在平凡中才见到文章，不需要搞什么神怪神通。人性中自见光，人性中自见佛光，子不语怪力乱神，就像孔子不会说怪力乱神，佛陀也不会说怪力乱神，他也不讲神通，非常从人性到佛性，从习气到法性。人不都是这样修吗？人性到佛性，习气到法性。正虚头环绕只有几岁，今天还是上一次，昨天常理老和尚就很慷慨的激问的，我们说修持格里头不是有激问吗？激动的问，为什么人家那么快就证虚头完果，我们现在什么果也没有？因为我们都没有，即使有真干力道还不够嘛，所以没办法那个有所果，可是自己要这个抱负，正虚头换果的时候，我其实我是认真的唯恐复法师是慈恩常律老法师的慈恩，
然后本师的法恩，本师释迦牟尼佛，当仁不忘。这时候直下承当，我还漏掉这一句，当仁不上，直下承当。我辈子怎么呢？怎能今者不如古而来者不如今而续佛慧命，普度慈航，感恩感恩，赞叹赞叹，长上长下利的往生。真的努力续佛慧命，可是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和能力啦，来我补这个吧。只有这一则补，其他就不补。这个当仁不上，直下承当。我们不求世间的荣辱，也不会做什么秀，也不要打广告，完全都是真诚心中做，真实心中做。像有点怪怪的，该不会感冒了吧？好，这个介绍完了，尽我佛定子的一份力了啊！不是我们要传教或怎样。我想，我以前也很排斥传教，现在终于可以，所以也是自己的报名。因为他们呢，有些可能是传教，谁知道？我们看他们是这样看，可是像现在我为什么也做类似的事？可是我们由衷是觉得自己得到的好东西，真的不敢自私啊！自己得到解脱了或法喜了，不敢说啊！我想基督教他们也都是这样嘛，真的得到上帝的恩典了，他绝对不会说啊，只要我好就好，别人。只是凡夫俗子还会这样自私自利吗？接受圣贤教育的，皈依神圣的，一定都是希望别人也跟我一样，能够同沾这种法义，同沾这个恩典。好，先这样吧。你那不啰嗦了。再来这个可以提一下，跟我们国文有关。你看这只鱼，这声音没有什么意思，不是鱼在叫。是人在可怜他。其实太疼了吗？六天都不忍心吃你啊！对呀，被开膛破肚，你看。我也曾经是这样的，你看这样多新鲜，对不对？生鱼片我也爱吃，头还在动，还没死。所以你看我说的，我曾经是这样的鱼。一定的，我也曾经是，所以我这辈子来吃鱼生一片吃肉吃的理所当然，所以我今生吃的理所当然，还引起三个网友共鸣给我按赞。我不想再做这样的鱼，所以我不吃的自然而然。你看我羞耻是用然来做对哦，对哦，理所当然对自然而然。我现在为什么可以四十几年吃了一辈子的，可以说吃了一辈子嘛，吃了一辈子的这个肉食啊，荤腥为什么可以一招放掉？自然而然嘛，因为我真的不想再做这样的。这是你的话，你愿意被切成这样给人家吃吗？可是学了佛，也许哪一天成了佛菩萨，也愿意供养众生。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阿弥陀佛，这样没有罪恶，自己闷良心去。你看我吃四十几年，为什么人可以愚蠢到这样？我也是啊。对，也许你还比我年轻，我的罪障还比你重。四十几年，不到四十几岁学佛，上了戒律拜，才终于因为法师、天音律师。上天下英律师啊，跟国清律师一起的，那时候在澳洲，经由那个金空老板还是邀请他们去澳洲金钟学院开这个戒学班，然后我们网络授课嘛，网络随喜参加。我清律师有讲吗？想想看，我们吃肉真的就是在吃调味料，我想想也是。但是我一直在挣扎，因为毕竟是件大事，对我们这些渔夫。愚蠢凡夫来讲，对不对？吃了四十几年还吃的理所当然，以前看同学他学佛，
或者吃素。有一次在硕士班的同学来我家，因为我们家那时候这附近只有一家素食店，现在开了好几家，吃素就是那，结果那一家最老的反而关了，我真想在那好好吃，今天好可惜。那一家菜色也蛮不错，然后是要门口本来挂一个大的南无阿弥陀佛招牌，我现在也是。那时候我看我学同学吃，我竟然还觉得很不屑。嗯，那还有我二姨啊，我妈妈的二姐，早就从我们懂事以来，她都是吃素的，从来还不记得她有吃荤的。所以缘不到，你能怎么办？所以现在我们反而到这样，不管是慈悲也好，或心急也好，对众生。没错，你看那个学生给我评价，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可以释怀？就看到自己以前的影子嘛，所以就更悲悯了嘛。因为你们也是可能是以前的我，那以后我现在也可能是未来的你啊。可是我在年轻或怎样，我还不至于像他们这样。可是我反对佛教或反对迷信，也许就像他们这样也有。可是我应该还不至于到用这种情绪语言去批评人家或反那个啦，攻击或反对的东西应该还不是啊，这个就 OK 了。这个因为跟修辞有关的啊，这个我不能讲的好听啊，就自己写出来的不像样，对不对？然后正好这个灵感，我觉得写的蛮有味道，而且我修辞上也非常不错，都是很浅显、很日用的成语，可是用的很自然而然。那里头道理看似懂，看似非懂，好像很浅易又很深。这样就很那个周到而圆满饱满。对不起啦啊，反正我们现在是真实实境秀啊，我想讲什么就讲。当然不会完全离题不讲，可是性质到了就不一定是绑在这里头，其他的不管。我们又不是搞升学主义，是不是？这个前面可以帮他控一下那个歌，那要怎么帮他控呢？你看。他的格是空几个字，一应该空了四个，对，应该有空四个字，前面也是啊，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啦，需要那么完全一模一样嘛，啊，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好，继续我们看上一页是什么。哦，对，有一个重要的事，上一次我们看那个《隋书经籍志》，对不对？对，那这个《后汉书》我们就不去查了。可是《隋书》，我是觉得，是吧？像四姑娘他说，可能是《隋志》，大概是承接的上有《列仙传》的撰文。什么叫《列仙传》的撰文呢？我们就要找找看。所以我们要找《列仙传》，而且找《隋书经籍志》。哦，这个我本来想要贴到微博宣扬的啊，正好看到，对不起哈。为正法做宣扬哦，常立老和尚那个，鼻子怎么有点塞呀？感冒，难怪前两天那个喉咙一直很多痰啊。我觉得这一个。因为这个他不能分享到微博嘛，新浪微博，所以我就直接加他那个连结就好。诶，我有信啊，我们先暂停，我怕他私人的，然后一般的没来没关系，要不要人家隐私曝光。这个好，这样就可以。微博，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微博还蛮多人看的啊。我先看一下地震哥第七集才38个，刚刚我们才开的。然后这个为什么会有6000多个？好奇怪！现在到了700多，8000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个那么多人都看奇怪？
还没有博文竟然有那么多人看，发现在中国真的地大人多，随便动辄几千几百这样跳。好，这个这样嘛，那我们是要找随书经纪人，可能要开心，这个应该过期了，它有时间限制。然后《神仙列仙传》，然后这一些随书，随书。对不对？哎，真的啊！所以他说，佛原主列仙赞，列仙传赞，对不对？所以列仙传赞是一本书，我的标题就标错，对不对？他是葛洪，哎。哎，哦，哎，哎，哎，点教本是《神仙传》啊，这叫，总不会这里错呀？真葛洪列仙传，齐名独义。你看，经典版葛洪神仙传、嗯，所以这里可以给他做个顺手障碍。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什么版本？教本随字，对不对？《神仙传》十卷葛洪，《神仙传》十卷葛洪传，应该是两个小字，葛洪传句号也是小字。这是挂在里头，好奇怪。他不知道看到的是什么版本，不过事故管程应该是用这个五音殿二那时候乾隆皇帝有看那个五音殿二十四，那代承上，因为上你看就在他前面而已，接的对不对？代承上上就是列仙传赞二卷刘向写，有没有？所以要这样。哦，这个是书名，不能列仙传割开，然后站在外面。所以你看，还好我们查远点，所以人不要太自负，是不是？好，我们今天把这个看完就好了啊。似乎挺有。偶然误看非书有耳鸣，此本。哎，此本《神仙传》是毛巾所看。哦，没有，这也要查一下。李义奇一条，你打查李义奇，是不是在《蜀志先祖传》？那这个书名就改成《三国志》了。哦，所以你就知道《三国志》原来是蜀魏志、蜀志、吴志这样，魏蜀吴嘛。你看李益，哦，注意他是注哦，那是不是先祖传？对，李益奇，先人李益奇，蜀人也，所以他就把这个收到这里，李益奇一条没错，吴志世界传注引董奉一条，
东风好像蛮有名的一个神仙典故。哎呀，你就查东风，果然有。然后看是不是四蟹传，对，四蟹传啊。然后注意要把这个柱打开啊。哦，仙人董仲但内容我们就不看了啊。吴范刘敦，这念敦啊，敦化南落的敦，字形结构换部首，我也是这样背，意思是差不多的，就是敦厚的意思啊，厚，忠厚，很老实，很实在，就叫敦，以戒相调，对，这一定也是人名啊，还有姓戒的。可能像前面这两则一样，都前面加个仙人，对不对？所以你看吴范，没错，吴范是人名。我们那时候我一开始读还以为是书名，所以我们这样标是对的，《三国志》里头的一篇，对不对？然后已经打开住了，你就找仙人界相一则，对不对？然后《葛洪神仙传》也。所以其实陈寿著《三国志》的时候就引用葛洪了。陈哦，对不起，裴松之，陈寿比葛洪早，陈寿是西晋、那裴松之好像是宋朝的，对不对？《三国志》著。对嘛，所以他在葛洪后，葛洪是晋，宋齐梁陈，晋王二才宋齐。哇，哦，这是学校的，我说我的这个怎么全都没了？裴松之是古典人物就好，虽然他的名气不小了，还。不至于平常会用到，应该都比较专业，专门谈的古书、古文化、文史的时候才会。我接象一则，所以这种标点都对。并称葛洪所书，所以都是说是葛洪编的《神仙传》，我们刚刚有看到，对不对？《葛洪神仙传》，《葛洪神仙传》也，是。先人借一下，好，所以还是要查那个资料库验证一下啊，不要了。那晋所述，晋为惑众，其书一条并称葛洪所述，晋为惑众，其书文颇形式。故撮举数十载之篇末，是征引此书以《三国志》著为最古。但你我在干嘛？你知道吗？先读上下文。我有时候光看这一句，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读。但西于此本相合，之为源自汉魏，丛书别载一本，所以它有另外一个版本。啊，可能是我们那个前面看的那个另外一种，那我们看一下，此本为考，他们说《三国志》这三篇引的那个，这个仙人这三条，都是说葛洪所述，晋为惑众，其书本。颇形式，故撮举数十。什么叫晋为惑？要并称葛洪。我觉得可能是断在这。都说葛洪，因为他内文不会提到葛洪所述并晋为惑众嘛。哦，有真的哎，哎呦，陈松之以为葛洪所记，晋为惑众，就是
与什么相近？与惑众，好像迷惑不懂的人。他的行为，他记述的东西，跟那惑众是靠很近的。好像是作为惑众这种事情，做惑迷惑众生的这种事是相近的，这我应该做的意思。其书婆行，其书文婆行事，故错数取数数，载之偏末也。神仙之术具格这样，称之一旦，以为惑众。所谓夏虫不知冷冰耳。所以他也是真，裴松之是不行这一套的，所以他自己谦称，也许是我自己见识短小，像夏天的虫，不知道什么叫冷，什么叫冰，这只是我的臆断，就是这样，所以他只是他也不敢完全否定，可能就是宅在篇末，也不敢说这是真的，因为他现在毕竟为史实在做注嘛，不能用一些假东西滥竽充数的鱼目混珠啊。所以就是用这样称，所以并称是这三个地方，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其书婆行事，其书文婆行的过错举数是在此篇末，所以这一些都是裴松之的话，我们刚刚看到。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回到前面我们查的检索例子，那董凤是不是他也有这种论述？就他每引一次葛洪神仙传，他可能就要注明这个，就是事故管成刚刚讲，就是董凤是啊，葛洪神仙传，先生董凤，你看也是据《太平港记》改教刊的时候。所以太平广是收了很多葛洪神仙传的事，比如我们现在看的那个湖宫，还有湖宫里头保留非常棒，有树敌之术，都是太平广信，对不对？我们前面有论述过。那这个病就不是说他每次引都有论述了，对不对？不是每一篇引，你看这个就没有论述了。那还有这个戒相是刚看的嘛，李益。李益这个应该也没有，对不对？没有嘛，所以这个并称就是并且称，不是合并称。我本来以为是并合并称，这并称应该只是讲并且而已。可这个并通常是合并，好像这三个合哦，并称也对啦，最后做个总结，并称合并在一起论述，对，我刚刚那个并的话也有一个问题，并且是 OK 的，可是如果并称也可能是这三篇都有称，也叫所谓并驾齐驱嘛，齐等的等同的，他最后是讲这些话没错，对不对？是真引此书以三国志为罪，引用此书是三国志为罪，三国之书就裴生之的三国之书，所以这是他的著作，所以我们这样标，你就不适合这样三国之书。如果这样标是以三国之为主体，然后注为附件，对不对？那这样标去掉这个黑点的话，就表示我专门讲裴松之注三国的内容，然西与此本相合，所以真引葛洪神仙的内容都是裴松之当初引用的是最早的，目前文献所见最早。那知汉毛晋，明朝末年毛晋所看的这一本，这一本就是现在四国完成整理这一本相合，所以知道这一本应该是源自原来的版本。原来版本没有那个非常房的，反而太平御览那个，那太平御览那个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原来版本，还是另外有一本哦。那汉魏陈荣书另外就别载记载一本，别载一本。其他呢？他是谁？那名字要后面看，往前找在这。其文大略相，就是汉魏丛书长的那个文字，
记载的文字，跟毛晋他刻的这一本啊，《四库管成》《四库全书馆》的那个这个考核研究的这个大臣认为，哦、是原来的版本啊，原汁就原来版本，最初的版本没有进后人改。那汉魏丛书这个文大略相同，他的文字大约而所在凡九十二人啊，可是他是。可是就而嘛，然而记载的人物、哦、所以这个所谓的人物总共九十二个或九十二人，何其偏地、哦、和去考核核对、哦、这一那一本那一个版本里头的各篇，还有它的顺序次第、哦、盖从太平广记索引抄合而成。啊、哦，要断在这，所以我们前面有看到嘛，哦，《太平广》不是有录这个《葛洪的神仙传》，对不对？所以他说，潘维崇说那个其实是极易的，啊、哦，那一个版本呢，他其实是从原来是从，他、嗯、这个事故完成推断，他是从潘维崇说那个版本是从《太平广记》引用的内容，啊、哦，引用。的内容说也是的，是这里是的内容，不是的人啊。然后引用的任何抄录合在一起、哦、凑合成一本书的，而后成为一本书。抄录合在一起凑合而成为一本书。那广记这里刚刚前面的太平广记这本书标题兼有传物，亦有与他书怎么样。这个四库环文他看到的也是两种版本、啊、那我们那个移门尺牍这个是什么版本的母灾啊、哦、应该也没有九十二人那么多啊，他刚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目录蛮少的，对不对、啊、然后他的标题兼这个间是有时候、间隔的间，就是有些地方既然有间隔就不是到处都有嘛，有隔开的，所以有时候会看到，所以可以翻成有时候，有时候会有揣字混乱故事错误、就是不是那么整齐，中间可能有颠倒的啊，或者错乱的篇章，或甚至文字失去，甚至写错别字叫闯入、气喘的喘那个发音，也有与他说附件、哦、这个是附他写一体字吧、哦、他写诗根本是错别字啊，诗不管成竟然附都不知道要写两点，是衣服的衣，所以你看不一定古人程度就好啊，有比我们烂的，对不对？根本没有真正懂的资料怎么写、哦、你看现在电脑没这个字、哦、要与他说附件即不引神仙传者，故其本颇有讹漏。所以他说标广太平广记的标题兼啊，太平广记本身那个书我们看过，它有湖宫的那个标题，这种湖宫啊，中间有一些这个间也读成中间了、啊，就是有些嘛，中间有一些、这个有还是有，不能说有一些啊，这里省略一些，不是有一些是从间翻出来的啊，间在这里就是中间有一些的意思。所以他说读成他的标题中间有一些有，这样才说有错误、哦、有错乱、哦、可以说这个是错乱，这个是错误、哦、也有与他书附件重复见到、哦、同样的内容，即不引神仙传者、哦、故其本颇有讹漏，其如这个这句话有点怪怪，什么叫极不引神仙传？
们也只能这样。那这故事所以啦，哦，不引神仙传应该就是不引用神仙传的内容的，就则是的情况啊，对不对？啊，所以这种本子捍卫丛书摘录自戳录抄录自太平广记合而成的这一本就是那一本啊，颇有就非常有啊，不是少数的。有一定数量的颇有，鹅漏，鹅就错误，漏就是遗漏，对不对？不完整。急如就急就救嘛，救如同如鳌若丝一条。李善注文选，江淹别赋。啊，包照升天行，凡两影之。据称葛洪神仙传与此本合，因太平广记未引此条捍卫丛书本，遂不在之，足以证其非完本矣，对不对？所以他采用这一本，不用捍卫丛书那一本。乾隆41年10月，恭敬的校对，然后上呈给皇帝御览。好，这里读后面就知道前面的刚刚有意义的大概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这里是说，就如卢敖若氏这一条，那李善注文选江淹别赋，然后还有文选里头有一篇叫报照升天行，我们这样标好江淹别赋，就是文选里头的所收的江淹写的别赋，还有鲍照写的升天行，啊，在李善注这两篇的时候，总共两次引用他就是葛洪神仙传的内容，都称是葛洪神仙传。对不起哦，这里错了，在名词找罪多一项，这里知是卢敖若氏这件事，啊。就是在文选，不信的话，你用卢敖若氏去查文选，文选中研院也有。你看，他不信，当然要不信哦，要严谨一点哦，要想当然了，前面才出这个错。你看，哦，你看，交通编赋，然后报照乐府行升天行嘛，就他讲，其实还不止嘞，对不对？可是这里他会讲说是葛洪吗？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用葛洪，我们的直播几乎没人看，以前还有人看，之前还碰到一个哇好热情的，结果突然就消失了，只因为可能一言不合吧，这不是吵架，那一言不合就是价值观不合吧。他很在乎世间的名利、名闻利养啊！我说那个都是无常的，后来就没消息了。所以人啊，缘分啊，都没关系了啊。我们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没消息就没消息啊。哪天你会觉悟的时候，自然就会说：“你看《神仙传》曰啊，这里有《神仙传》啊，神仙。”神仙传曰：“毛君写道一席。”神仙传曰：“神仙传曰啊。”那这个还有三个，哪里有三个？这里有两个，这两个不是啊，这个这个，毛君写道一席。那这个卢敖这一篇有没有？我们好奇点进来这一篇就没有说是葛洪神仙传，所以这个才有江通别赋，对不对？神仙传，因为若是仙人，仙人卢敖者，所以若是和卢敖，可是他只讲神仙传了，他没讲葛洪。那可是他这里事故完成要讨论是这两条
那个韩伟丛书本都没有录，因为他是根据太平广进去收集的，那他不是根据文学，所以文学引用神先生这个他就没办法收集起来，这个叫集义学，收集起来把王毅的东西原来已经丢掉的内容，哦，集义或者学集义学，学加个学是关于这方面的学问，没有的话就是做这个工作，把王毅丢掉的内容把它收集起来。他管成这里讨论主要是这个，那我们再看一下暴躁的升天行，你看一样，他只是若这个神仙传，所以他说凡两隐之嘛，若是为卢敖也，所以我们这里就要加个顿号，卢敖若是这两个人，那他是说这一本哦，那个毛晋科的这一本，就《四库全书》采的用的这一本呢，它有卢敖若是这一条。李善在引神仙佛那个《神仙传》的时候，总共两次引用《神仙传》这一条，然后而且据称是《神仙传》，然后据称《神仙传》我们看过根本也没隔红啊，都是直接的《神仙传》啊，与此吻合。我们再解释他一下，升天行对不对？暴躁升天行有隔红吗？没有啊，啊只有许承赞。这李善注本哦，从那边收的。那也有可能是四库藏馆层看到的李善文选注，又跟我们不一样。昭明文选这个选的一体字了哦。好，李世本啊，可是。这没有写可是嘛，可是它语义本来就是省略可是，所以和这个版本我们四库全书现在学收录的这种版本是吻合的。可是呢，因为太平广进没有引，没有位嘛，前面讲过没有引这一条，就是若是和卢敖这一条，那汉魏雄书的版本旧语就对不对，旧不去载之，载之对，就是不记载这件事。或者这个当不及物动词，这个就已助词都没有记载啊，因为只因为太平广进没有引，因为它是根据太平广进啊。那你现在就可以看懂它这个什么，盖从太平广进，所以超而横之嘛啊。那刚刚还有一，你看即不引神仙传者，这一句终于看懂了啊。这应该不能说即啊，怎么会是即？它这个即可能是设下文而错啊。他的意思从后面推过来，我们知道他这里要讲什么吗？他是说汉魏丛书那个版本的何其篇地是从篇目，这篇就一篇一篇前面有标题嘛，所以他说标题他也是抄这太平广进，那顺序也跟太平广进的顺序合，所以这样核对就知道他是收自太平广进。可是呢，太平广进的标题中间呢不时会有错误或错乱，那也有与他书重复见到叫复见啊，却不引神仙传的，应该是却哦，即不引神仙传的，即有与他书见啊，终于懂这个意思了啊，意思这里来了，这个有的主持是太平广进对不对？太平广进的标题除了有这个错误，他也有怎样其他的书，就是不是神仙传，那个他书是相对于神仙传，其他书有记载这个神仙的故事啊，那跟这个葛洪神仙在重复出现的这个复制的错，我刚刚讲过这个黑斗那一个黑点是这个，也有神仙传的记载跟其他记载神仙的书重复见到啊，就不引，因为他已经引了另外一本书了，于是就不引神仙传的情形。哦，这一集终于都懂，所以它不是错字。对不起，我们程度不好，还想改文字，还怀疑人家写错。现在终于看，因为我错，你就知道错在哪。他书到底是针对谁做他书？你不要弄错，是针对《神仙传》。那这里他书是相对于《神仙传》，也有别的书记载神仙的事迹，可是《太平远》没有用《神仙传》的，是用其他的记神仙的事迹啊，记录那个神仙的事迹，录在《太平广进》里。那既然他用那本书，他就不再注明这个出自神仙传，可是神仙传里头确实有这个。那在汉魏贼是
捍卫丛书因为根据太平广记来收集这个神仙传的译文、啊、可见捍卫丛书既然是收集译文，可见神仙传有善思过。那么我们可以推论毛晋这一本，对不对？四库全书用的毛晋这一本号称是原本的，应该会掉过字，所以他非常把那个读读这个太平广记留下来了，对不对？而且他著名是神仙传，虽然他没写葛洪，你看这也是似乎的人没发现，我们因为针对这个问题做研究做了解才发现，对不对？他虽然没写葛洪，可是他出神仙传当然是葛洪神仙传、啊、神仙传是主要，除非还有另外一本壮名的神仙传名字相同的，这样就可以确定四库全书这样讨论，还有捍卫丛书是一本集善意原来失去的书，把它收集这个片只字片语、哦、到处见到把它收集起来，就像刚刚前面那个讨论，那表示他曾经丢散过嘛。那太平广信这时候一定还没丢散，所以这个版本还有这个东西、哦、可是你看金本反而没有，可是呢金本却是有什么，他跟客人坐在那里有没有、哦、他可以 去买什么东西马上就回来，金本有这个下雨啊，可是后面又寄了一些东西嘛，对不对？那我们好像 整个文字都录进来了嘛，对不对？整个我们都录进来了，胡公者不知其姓，我们这里做个标题比较好，找到这一段有没有，这里做标题就好、啊、小王说立法四库全书本神仙传，你看那个下雨，太平广记的有，你们两个核对就知道下雨，对不对？下雨，可是下雨令其作雨之后，你看现在只剩书说树地树啊，即便有大雨，那这里呢，令其的雨是即有大雨，它没有变质。那长方曾与人共行，毛晋的这一本。四库全书以为是原版的，反而有那反而太平广记有另外一段跟这个完全不同，对不对？是，这就跟太平广记尾巴的不同。我、这个真的太累了，我想睡觉。哇，一点半了，我们三个多钟也够本。刚好那个四库题要看完、啊、这一句终于看懂，所以差一点给他误会、啊、这个不隐的主持我也抓错，所以第一次读不懂，对，所以太平广记就不以神仙传里头的内容，那他不隐他当然就不会注明是出自神仙传，不出自神仙传捍卫丛书的你可以查捍卫丛书那个编者，他专门收集那蛮有名的叫什么，我一直忘，我的文献学家应该要知道、啊、好，王人什么嘛，你看那个中国哲学书也有这个、整套的捍卫丛书、那你可以随便找一本，他前面一定会讲说谁刻的、啊、这个好像是明朝的集家，不是清朝的哦、对，成龙啊，蛮有名。我还有他的四书，他给我刻四书，应该是成龙、哦。王摩也蛮有名的，西家何影中比较没有名。哎，何影中好像也有名。哦，他们是接力赛。哦，这已经入清朝了，这前面好像是明朝。哦、万历嘛，成龙。文魔，你看已经乾隆的人了，
对不对？那所以说白人四库全书当然应该不是王魔的，哇，对不对？他56年才刊行，我们刚看四库全书是什么？这样41年，啊，就王魔是之后的，可是他名气最大，这是创始者，所以四库全书看到当然是明朝人编的嘛，啊，后来跟王魔在一起，把他几大全部修订增补。哎，那捍卫丛书本神仙传，他一定就会有什么太平广记的嘛，因为他是集资太平广记，所以我们要看捍卫丛书了。然后这里，哎，可是什么？我们找神仙传的时候，这个不会跑出来，没有哎，没有啊，捍卫丛书怎么会没？这里怎么没收神仙传？会不会这里有漏掉？奇怪，神秘经，对啊，太怪了。啊，这一句就会了。所以说，所以啊，捍卫丛书那一本是颇有讹漏的。就如这一条，因为太平广记没有引，还有成都税没有把它收集到，漏网之鱼，遗珠之憾，就讲那个。那他是说捍卫丛书没错，这个就不管他，他应该没有错字。那路费词这个词一体字，他竟然其实用那个词就可以了，他那么讲究了。然后他自己掉了，这里应该给他做这个分行就好。那词掉在这边了，那竟然简单修改模式竟然没有，它掉到后面去，然后这里修改，你看这样就正常了。它修改的时候说参考上下页，文本版自动编辑。好，捍卫丛书就没呢，对不对？那他这为什么说有捍卫丛书本呢？你看有标点符号还是比较好看，对不对？这里还没更新，对不对？捍卫丛书别在一本，奇闻大事相同，奇怪。我们查那个中研院线上目，看捍卫丛书有没有神仙传，我们关键字去查。加个这个连字符就是。有这个 and 这个连字符是 and 的意思，有神像啊，而且又有捍卫丛书，这一样我们做个，哎有哎，那为什么这个本子读都没有？齐鲁书社，中华道上。广捍卫丛书才有嘛？那奇怪了，广捍卫才有，那怎么会？广捍卫应该就是王魔编的，据增订捍卫丛书本增订本啊，
啊，那何何允中、陈荣是万历间，王默是先他们，这两个是一个吗？哦，广汉外丛书。那王谟是真定，所以这个是真定是广汉未成，或者是何影中，那四顾管城还来得及看，所以应该是广汉未成书，不是汉未成书，啊、哦，对。底本出处是这个，参教本是这个，所以他这个用这两本去参教。中华道上，我不一定有这个，啊，这个是真定汉魏丛书本，真定汉魏丛书就是谁？王谟的，对，即刻真定哈，好，然后很好，所以汉魏丛书是没有的嘛？你看这个没了，这应该是广真定嘛，所以我们要查的是广。因为真定其实也可以啦，哦，可是啊，我们只有汉魏丛书，它没有广汉魏丛书，只有汉魏最原始。何允中也只要打何允中，没有这个人。王谟呢？王谟倒是有，我很少，那就这几种。那我只要找我的云端音碟或者我这个喽，电脑里头有没有？啊，没有，没有，看这下面它会有结果，只有汉魏丛书。可是我怀疑他这个汉魏丛书是，其实我们神仙传有查过没有？哦，对，原来的汉魏丛书会有那么多册吗？这个是没有里头的名字，那里下了国学注的汉魏丛书学。魔奴没有神仙传吗？好了，不管了，累。好，那就不对那个版本了啊。那他都没有提到这个《沂蒙广读本》，他是明朝周礼局编的啊，《四库管城》完全没有提到这一本，对不对？对啊，这是他缺失啊，漏失掉。嗯，所以就像女人的衣服嘛，那总是会少一件。那第一个是广成子，第二个是若氏，啊，沈为太子九一人年，若氏者，广成子才一小段，若氏也是，啊，所以刚四顾展成有提到这一个嘛，啊，说文选也有引用，嗯，彭祖凤刚，啊。奇怪，就是没有胡公，嗯，哦，封君达也有，那，哦，他这个是不分卷的，嗯，
我就是没有红包，连墨子都是神仙、啊。还是我们一页一页看，可不管了，我们根据太平广记啊，不要越扯越多了、哦、真的蛮累，讲不完了。墨子只有一句话，嗯。内容是很少，李少君嘛，事故馆长有提到，根本就自杀了、病死了，竟然也来做神仙。刘安也是，高皇帝亲孙，最后是自杀，也跑来做神仙。他都一句话就带完了，是不是？许由朝普他说他亲见，对，今在中岳山中，中岳山中，哦，时中岳山中时，仰佛山皇德，这个内容跟那个自古馆长介绍不太一样。佛基石三十硫磺彻，硫磺丹，你看还打成彻字，对吧？丹跟彻形状有点像嘛，可见这个哇，好可怜，错掉这个版本，也许不是很好，一门广东啊，服用彻，讲不通嘛，服用硫磺丹倒是讲不通，现在在。耳玄是红金主，自孝县，就是葛洪的什么金主？金主是什么？自孝县五大帝欲加以荣位，玄不听。那我们查一下什么是金主，还不知道是金主。用这个词汇，是原主的意思吗？还是又是错字，就像刚刚单变成侧、没有金主啊，什么叫金主？我看八成又是打错字，那版本当然不太好。这个红金主可能就是葛洪，对不对？他自己自称我的祖先，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查不到字典，或者有他专有，可能原主的意思，因为这是吴朝人，他是晋朝，中间隔了那个晋朝。西晋嘛，啊，葛洪是东晋，哦，隔了几十年应该有，对不起，佛号忘了关小声，等一下可能会太大声，是刚刚要听常立老和尚他们那段的哦。看完了忘记关系。董峰刚刚有提到，他都一句话就解决了。忘记了，那个《神剑传》他可能是录这个简略的事迹，这个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大概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看《太平广记》，最后再，因为我们录了嘛，最后再看一遍，然后甚至顺便再简略的讲解一下。对不对？啊，顺便看我们跟我们之前读的《四库全书》一本，管成以为是原本的内容有什么大概什么不同？这不用像上一次我们对版本那么仔细了，然后每个字句都核对。啊，侯公，侯公这个人不知其姓。好，那这一集就到此为止，下一集从这里开始。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念佛吉祥，大愿吉祥，阿弥陀佛。